男人每天都被狗子无情嘲讽，只因他是先天元阳圣体，没有任何女人能接受得了他的元阳。在经历了三百年后，他终于突破道准圣境，于是他不忍了。那一日恩爱的狗子各自逃命，深山中所有的雌性动物全部集体搬家，唯独只有一只母猩猩觉得可以试一试他的元阳圣体。原来男人名叫林科，不是这个世界的土著，他穿越到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系统金手指，只有一个先天元阳圣体。于是他就跑到楼兰之地，想体验一下古代人的快乐，可他却被人打了出来，说什么都要把他就地掩埋，只因他实在太硬了，就连两个护院都没见过这么硬的人，被打成这样都不给钱。可林科并不服。 软明明是你们说的，只要没完事就不用给钱。闻言，两个护院更来气了，去你丫的！七八个姑娘都被你弄晕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在林柯以为要离开这个世界时，天空之中出现了一颗流星，流星瞬间就撞开了挡路的巨石。只见一个人形的身影在急速奔跑，突然，这个身影被一个神秘物体绊倒。与此同时，林柯也发出了一声惨叫。等到烟雾散去后，一个女人正在坐在地上懵逼，忽然她反应过来了，好你个孽畜，竟敢用凶器绊倒本座！闻言，林柯也不惯着她，你才是孽畜，你全家都是孽畜，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，这可把女人气得够呛。大胆狂徒，还敢狡辩？今日本。 本座就没收了你的作案工具，可下一秒女人就惊呆了，你你竟然是先天元阳！忽然女人秒变脸，小子你的生机本已断绝，但是经过一番接触，为师与你也算知根知底，也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为师这就亲口传你九阳神功，这九阳神功乃是为师日观金乌所悟，可以救你性命，但是你要切记，圣境之前先天元阳之身绝不能破，否则焚身而亡，圣人难救。说完女人便一溜烟的跑了，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现在林柯非常开心，他也没有想到突破到准生还可以返老还童，还能增加三千年的寿命。再看看自己使用了三百年的双手都磨出茧子了，于是他决定开启新。 的人生，那就是妻妾成群，夜夜笙歌。他要建立一个大大的家族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召唤阵。于是他想到，不管传送到哪里，都比这个荒无人烟的深山要好。接着他便跳了进去。而召唤阵的另一边，一个女人正在对上天祈祷，她愿以一年的寿命换取一个精壮的男人来拯救自己的黎民百姓。下一刻，她的愿望成真了。刚才跳进召唤阵的林科这时从天而降，这可把女人吓得够呛。可林科却是一脸无所谓，还在玩味的对女人打起了分，身材倒是不错，但这样貌最多也只有三分。女人听到林科的虎狼之词，瞬间尿不湿都被吓湿了。这可能是我见过穿衣最少、最不干正。 正式的女皇不想着怎么治理好国家，非要学人家召唤什么勇者，这下可好，她召来了一个单身三百年的老色批，还把自己完成了仆人，这可把她气得够呛，抬手就要灭了这个被召唤出来的死变态，随即她就丢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，黄级斗技翻天印，可林科却是一脸玩味，满不在乎，区区二境还想图胜，可不料瞬间就被打脸，她直接被打趴在地，随后女皇流出了伤心的眼泪，因为她的太祖就留下这么一张上古召唤图，却被这么猥琐的东西浪费了，但是林柯并没有死，只是有些懵逼，随即林科发现自己三百年的修为竟然没了，可女皇比林柯更懵逼。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最强一击，对方居然完好无损。其实林科并不是完好无损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能够焚遍一百零八座山头的太阳火镜，竟然变成了一个小火苗。还没等到两人懵逼完，不远处的龙柱浮现出一副对联：今生共死，修为相通。洛威为主，林科为仆。横批就是完。林科一眼就认出这是太古契约，随即他就对太古契约攻了上去。就在契约生效的瞬间，林科一掌拍到了契约上，但如今修为受限，只修改了契约的部分内容。现在主仆关系已经相反，林科为主，洛威为仆。接着林科愤怒地指责道，洛威，我的实力都被你拉低了，我还怎？ 怎么开展我的后宫生活？被指责的洛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明书。再说朕也不愿意和你这个死变态同生共死。闻言，林柯坏笑道：“你一口一个朕，莫非你是皇帝？”洛威见状差点被吓哭。朕警告你，赶快把你脑子里的皮鞭蜡烛都忘掉，朕可不是那种人。闻言，林柯有些无语，这女人好像不是啥好人了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们合作吧，你当皇帝，我开后宫，怎么样？可洛威却说道：“不得胡来，后宫里还有先皇的三千嫔妃没有遣散呢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太监来报：“陛下不好了，寿安宫闹鬼了，我看见很多很多血。”闻言，洛威马上就让太监带她去看看，她才想。 回头嘱咐一下林科在这里等他，可下一秒就被林科震惊在原地，因为此时的林科不知道在哪变出了一身衣服，还以主人的身份命令洛薇带他去后宫看看。可洛薇才不想带着他，林科只能无奈的说道：“看来你对主仆契约有什么误解。”就在林科话语残落，洛薇脚下升起道道符文，只是瞬间就把洛薇捆个结结实实。但洛薇誓死不从，可也就是嘴硬而已。随后她就乖乖的带着林科走向了后宫。至于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大家自己脑补吧。随后两人就来到了后宫，所有大臣见到女皇来了，集体下跪请安。可洛薇却无视了他们，直接问道：“闹鬼是怎么？” 回事？这时纱帘后边的女人说道：“有静云大师在，已经没事了。皇儿国事繁忙，母后这里无需担心。”可下一秒，洛薇却怒了：“我说过不要喊我皇儿，你这个妖女还不配！”接着洛薇便一剑砍了过去。随后纱帘后面露出了一个绝色倾城的女人，顿时林柯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，说出了一大堆虎狼之词。闻言太后怒了：“放肆！容嬷嬷，给我杀了他！” 这个男孩单身了三百年，每天都要被山中野狗鄙视一番，只因他是先天元阳圣体，被他碰过的雌性都会爆体而亡。这一日，他终于突破道准圣境，于是他不忍了。那一日，深山中野兽的哀嚎声不断，所有的雌性野兽纷纷逃离家园。正当他想教训一只母猩猩时，却被一个废物女皇的召唤阵所吸引，于是林科就稀里糊涂的来到了皇宫，还、啊、和女皇洛薇签订了主仆契约。当他想传授洛薇元阳时，却被一个太监的敲门声打断，原来是后宫闹鬼了。啊、接着两个人便来到了寿安宫，不曾想林柯这个老色批见到太后，顿时就被迷得神魂颠倒，还说了一大堆的虎狼之词，可太。 太后怎会容忍这样放肆的人？直接让容嬷嬷扎死他！听到命令后，容嬷嬷直接释放出自己的绝技小李绣花针。好在林科反应及时，接住了这一针。可容嬷嬷还有后手，那就是千手观音。她顿时释放出无数飞针攻了出去，而林科只是一个瞬间就到了容嬷嬷的身后，反手就给了她一个大逼兜耳。这可把在场的众人吓尿，因为容嬷嬷可是四级武宗，可在林科眼里，四级武宗只是一个杂鱼。忽然，洛威喊道：“妖女，她是自己人。”闻言，太后瞬间变了一个表情。既然是皇儿的人，那也就是一家人了。小兄弟怎么称呼啊？可林科却说道：“你又没见过我兄弟，怎么能诽谤他呢？”闻言，太后露。 露出更加奇怪的表情，那什么时候给我引荐一下呀？就在太后话语才落，林柯搀扶着太后就往前走，择日不如撞日吧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可不料女皇洛薇却怒了，直接就要和他俩同归于尽。于是林柯只好改口说道，还是以后有机会的吧，我们先办正事。可洛薇还是对太后不依不饶，并警告她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这也惹怒了太后林雪燕。死丫头，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妈，但还是你父皇明媒正娶的皇后。我们合欢宗做事，你父皇都不介意，你又来凑什么热闹？闻言，林柯瞬间惊在原地。好家伙，没想到洛薇的父皇也是个牛头人战士。这时洛薇也知道自己不占理，于是开始转移话题。 被鬼杀死的尸体呢？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皇宫偏殿，众人已经来到了尸体前。林科看到尸体后，似乎好像猜到了什么，众人纷纷回头望向林科，等他说出分析结果。可不料林科却说道：“他死前莫非是这样的？”闻言，林雪燕瞬间变了一个表情：“莫非你也懂我们宗门的秘法？”林科当即回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体内有一份三百年的元阳，急需调和。”这可把洛威气的要死，又要掏出他四十米的大砍刀。见状，林科尴尬的咳了两下：“我们还是继续说男尸的事吧。”这时，在旁的老尼姑开口道：“贫尼对鬼物略有心得，此事就交给贫尼吧。”说完，他就在男尸上贴了一张符咒。忽然一，一团鬼。 气在男尸上窜了出来，老尼姑当即手掐万字诀，只是一个瞬间就把所有鬼气吸进了自己的肚中。突然，老尼姑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：“娘娘，袭击您颅顶的鬼物不止一头，刚才的鬼气中有吃鬼、异鬼，还有水鬼的味道。”闻言，林雪燕瞬间惊呼道：“不可能，我亲眼所见，只有一头鬼物。”可老尼姑也表示自己绝不可能出错。忽然，所有人再次震惊，除非这些鬼是合成的，这可把林客厅懵逼了：“合成？你们在说放置游戏吗？”忽然，老尼姑说道：“肯定是国师，他本身就出身在恶灵谷，今日之事恐怕是他所为。这个老色批乃是先天元阳之体，但他却单身了三百年，等他来到。” 皇宫后，立马就对当今女帝动了心。可等他见到太后，心里却犯了难，因为太后也是个绝色美女，嗯、而且还是合欢宗的人。一时间，林柯也不知道是选择成熟御姐还是青涩萝莉。就在他难以抉择之时，一个女鬼却想来当小四。老尼姑只是品尝了一下鬼气，立马就分析出这是国师的手法。女皇洛薇问道：“老尼姑，现在可否还能追踪到女鬼？”老尼姑只是感知一下，便说到：“鬼物还没离开皇宫，还在暗处蛰伏。”这时，太后林雪燕也问道：“那你可否能击杀了她？”老尼姑回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诸位且等贫尼的好消息吧。”说完，她便走出了皇宫。忽然，洛薇想到，这样会不会打草惊？ 蛇可林雪燕却说道：“人家都明牌了，你还怕什么打草惊蛇？国师早已放言，他的弟子会在下个月的恩科中包揽前三。现在他的威望大涨，你就不怕哪天他夺了你的地位？”闻言，洛薇一脸开心的看向林科，看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了。顿时，林科就觉得心里发毛，这小妞要干嘛？忽然，洛薇一手拍在了林科肩上：“小伙子，有没有兴趣参加下个月的恩科呀？”这可把林科问的满脸无语，直接回了一句没兴趣。可洛薇却依然不放弃：“你若在恩科上打败国师的弟子，那么这个老妖精就赏给你了，晚几天都行。”此话一出，立马激怒了林科和林雪燕，他们同时说道：“你当我们是什么？” 洛威直接回怼道：“一个青楼花魁，一个色中恶鬼，你们不是绝配吗？”这时林柯小声对洛威说道：“你别忘记我们谁是主，谁是仆。”忽然洛威立马放出大招：“朕可以满足你三个不过分的小要求。”闻言林柯立马变脸：“要求不要求的不算什么，只是我这个人比较乐于助人。”对于林柯这立马变脸的态度，洛威真是无言以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太监来报：“静云师太斩鬼未遂，被打成重伤了。”闻言，两个人立马被惊在原地。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专克鬼物的四境法宗竟然会败。可林柯却是一脸玩味，因为他觉得女鬼或许能承受得了他的元阳圣体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皇宫后花园，此时。 觉得老尼姑已经被打得不知死活，所有护卫全部散开警戒。林雪燕见到她的惨状也是满脸懵逼。静云师太的无欲清心觉万邪不轻，怎么会这样？忽然林柯察觉到了异样，这老太好像不是被打晕的，更像是自己把自己震晕的。忽然老尼姑嘴角动了一下，下一秒就冲向林柯，嘴里还喊道：“小心肝，我的初吻就交给你了。”这可把林柯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反手就给了老尼姑一个大逼兜。身为出家人，你命里就不应该有这个。被打的老尼姑瞬间清醒，但是又满脸懵逼。洛薇急忙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赶快给朕个解释。”就在这时，后花园的另一处升起一股强大的鬼气，这鬼气强大的。 可以直冲云霄。护卫见状，立马冲了过去。可是，只是一个瞬间，就全部被震飞。而在远处的三人也感应到了鬼气。还没等到三人前去应战，老尼姑就喊道：“娘娘和陛下小心，这鬼物修行差，女阴魔功能勾起女人心底的欲念，专克女性。”可洛薇却是一脸无所谓，直接释放出玄黄印。朕乃九五至尊，掌天下玄黄，一身正气，能有什么欲念？与此同时，林雪燕也是一脸玩味：“什么欲念能比得上我和欢宗的欲念？”说完，两个女人便要攻向鬼气。这时，鬼气中也露出女鬼的样貌。下一秒，所有鬼气幻化出女鬼的本体。见状，林科立马掏出小板凳、大瓜子，女皇逗女鬼，有好。 细看了，忽然一只手伸向了林柯的背后，原来是老尼姑再次被鬼气所干扰。老尼姑想把她这六十年的清白之身交给林柯，可林柯却不想要，回头就是给老尼姑一顿胖揍。忽然，林柯察觉到不对劲，他猛然回头望去，只见林雪燕对着洛薇就动起了手。原来是林雪燕被女鬼附身了，只是短短数秒，两个人就被女鬼完全控制。哼，我差女阴魔功来历非凡，就凭你们也想抵挡？ 这可能是穿越史上最无耻的男主，竟想让母女同心其力断金，但一个女鬼却率先对母女下了手，无奈的林科只能拿出小板凳大瓜子，看起了女帝逗女鬼。忽然一滴鲜血的掉落，引起了女鬼的注意，猛然回头望去，那人原来是举着牌子的林科，竟然无耻的给他们的身材打起了分，这可把女鬼气得够呛，瞬间就露出杀心。哪怕是专门修炼差女阴魔功的他，也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人。但女鬼下一秒就被一滴血液晃得睁不开眼，只是一瞬间，女鬼就认出林科是先天元阳圣体，若是能与他阴阳相合，岂不是直接飞升仙界？而此时的林科也被女鬼的美貌所吸引，这。 正当林柯看着他歪歪时，女鬼却率先开了口。没想到女鬼直接捅破了窗户纸，林柯自然也是来者不拒。就当他们要磨出火花时，率先被打倒的母女却着急了，皇后更是着急的说道：“林柯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可以给你，千万不要被鬼物迷惑。”可林柯却回怼道：“男人志在四方，岂能为了一条小鱼放弃整片鱼塘？”说完，林柯便把女鬼抱进了怀中。此时的女鬼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计谋会如此顺利，突然她意识到大事不好，这男人的元阳并不是普通的元阳。就当女鬼接触到林柯的元阳时，女鬼身体瞬间就开始消散。此时的女鬼后悔不已，只能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：“这个是。” 世界上没有女人能接受你的原阳，你此生注定孤独终老。说完，女鬼的气息便彻底消散，只剩下满脸懵逼的林柯。他也没有想到，四境之上的鬼都受不了自己的原阳。与此同时，颤颤悠悠的母女也逐渐恢复了过来。洛薇直接说道：“你刚才表现的不错，我们一开始误会了你。那么朕便封你个御前统领当奖励吧。”闻言，林柯想到这样似乎也不错，只不过想要和这两个女人在一起，还要多多培养他们的修为才行，任重而道远啊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国师府，国师正在刻苦修炼，忽然一支蜡烛熄灭了，国师瞬间察觉到差女死了。这时又有两只厉鬼现身，直接下跪说道：“国师，只要你。” 一声令下，我们立刻去血洗皇宫。闻言，国师说道：“不急，皇宫里似乎多了位新客人，去将他请来。”与此同时，皇宫后花园内，三个人正在商讨对策。林雪燕被气得咬牙切齿，国师这个老杂毛和我的仇是结下了，我迟早把他踩捕成人干。闻言，林科脸露花痴相。此时他心里在想要不要先和林雪燕结个仇。这时，洛薇也说道：“国师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，林科你怎么看？”可林科自始至终也没听他们在说什么。依我看，鬼物已经消灭，不如我们回后宫休息吧。可下一秒，洛薇就赏给了他一个大逼兜。洛薇被气得转身就走，可林科却是满脸懵逼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。 于是他又对林雪燕说道：“林姑娘，不如我们继续。”可林雪燕却说道：“小宝贝，咱们改日再见吧。”这时林柯又懵逼了，他也不明白为何两个女人都走了。片刻后，一个太监来到了林柯面前：“林大人，陛下安排老奴带您去您的府邸。”这时的林柯还以为洛威对他不错，可他殊不知有人已经盯上了他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一处院落外，太监阴坏的说道：“大人，你的府邸到了。”闻言，林柯看向这么大的府邸，还以为这是洛威特意给他的府邸，满脸兴奋。这可把太监弄无语了，难道这货不认字？于是他试探的问道：“你看看这是什么字？”可这确实把林柯难住了，因为他真的不认识这个世界的文字。 这个单身三百年的老色批，竟然一拳把当今国师打成了女人。可林柯不仅不担心女人的身份，还想与她一结金兰，从此有戏同吃，有备同眠。原来就在刚刚不久，<laughs> 林柯无意间就破坏了国师策划已久的诡计。差女本想吸收林柯的元阳，却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反被撑爆，这也惹怒了国师，招来了报复。国师本想让自己手下的鬼将装成太监，带着林柯来国师府自投罗网，可无奈林柯压根就是个文盲，根本就不认字，也不清楚对方是何用意。但是鬼将可不信林柯的鬼话，气得直接暴衣露出本体要灭了他。此时林柯才知道自己掉入了陷阱，不过他并不在意，还当着鬼。 将的面前一顿侮辱他的主人，现在鬼将彻底被激怒，也不想再与林科废话了，只想送他上路。见状，林科用手指打出了一缕元阳之火，毫不在意的对着鬼将就发射了出去。鬼将在接触火焰的刹那间，顿时就被烧得嗷嗷直叫。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鬼将就被烧成了灰。现在的林科心情大好，因为自己并没有找到洛威送的府邸，也有借口回去找洛威挤一个被窝睡了。正在他幻想美梦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爆炸声。原来是当今国师出来了，并夸张的声称林科做得好，还向林科道了歉。可林科并不买账，上来就称呼国师是老杂毛。国师先是一愣，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国师是想。 收拢林柯做他的手下，只要他能登基称帝，就让林柯当他的国师。而国师殊不知，林柯怎么会对什么狗屁国师之位有兴趣？林柯直接抓住国师问道：“还有没有女鬼了？”这可把国师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他也没有想到林柯的境界会这么高。就在国师不知道怎么办好时，林柯突然变脸，随后便问起国师女鬼是怎么培养的。这可把国师气得够呛。当上国师还能缺女人吗？还要什么女鬼？国师是彻底被林柯的满回路气到了。他现在也不再想与林柯废话了，直接释放出自己身上的鬼气，要么臣服，要么死。可林柯压根就不怕，直接回怼到他是不会背叛女皇陛下的，就算是现在叫。 教他培养女鬼也晚了。闻言，国师直接暴起，一拳轰了出去。见状，林柯也举起了拳头。就在两拳相撞的瞬间，国师直接被震飞出十万八千里，瞬间就被镶进墙中。可下一秒，林柯立马惊呆在原地，因为眼前的国师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美女，而且是那种肤白貌美、大长腿、长发飘飘、小蛮腰的类型。林柯现在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而眼前的大美女此时正在想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究竟要怎么逃走、通知宗门。可这时的林柯已经瞬间来到了她的身前，并让美女不要说话。林柯直接表示：“我已经被你有容乃大的魅力所征服，现在自愿加入你的麾下。”但美女却觉得林柯是在侮辱。 入他才想释放令牌逃走，却被林柯拦住。此时林柯也想和美女一起远走高飞，因为他连俩人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现在的美女已经是忍无可忍，直接释放自己的秘法四鬼搬运大法。美女在临走时还放出了狠话，不报此仇就不是林寒烟。但林寒烟却在逃走时忘记了自己的令牌。现在的林柯已经决定日后一定要找到她，必须让林寒烟给他生小猴子。就在次日，女皇召集了国内所有的才子入了皇宫，其中还有一个极其嚣张跋扈的人。女皇洛薇见到所有人已经到齐，直接说到三日前，国师杨延琪坐下的弟子可包揽恩科前三席，不知道诸位可敢应战？ 还有，我特意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人，对你们进行集训，愿你们都在恩科上夺魁。就在洛威话语才落，刚才嚣张跋扈的人走到了林科面前。家父乃本国最博学的人，若需家训，何须假外人之手？林科才想发飙，旁边的老太监就拦住了他，并说道：“此人乃是太傅的公子，对女皇陛下仰慕已久。”顿时林科就明白了一切，原来又是一个想吃软饭的。这个男人到底有多狗？女皇让他教才子武功，他却想着带女皇钻小树林。无奈的洛威只能给他一个断子绝孙脚，让他清醒一下。可不料林科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疼得洛薇当场哭了出来。洛薇以为林科一定是藏了什么兵器在下面，但林。 林柯却回了一句：“我从来不带武器，这就是本座的原始状态。不信你问身边的刘公公。”这可把刘公公问无语了。咱家五岁就进宫了，你不能这么欺负老实人吧？若薇自知这个话题再和林柯纠缠下去，肯定又会吃亏，于是便威胁上林柯。这次恩科要是让他颜面扫地，那就是让林柯吃不了兜着走。说完便气鼓鼓的走了。无奈的林柯只能在后面跟着。等两人见到众才子后，不料一个叫天一的小杂鱼却和林柯叫嚣上。林柯顿时就猜到这小子肯定是想吃软饭。此话一出，当场所有的人瞬间哑口无言。天一被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你放屁！我怎么可能对陛下有想法？”可林柯却说道。 难道你觉得陛下长得丑，连你放的屁都比不上？天意实在忍无可忍，上去一拳就攻向林柯。可天意实在是高估了自己，林柯只是一个弹指，就把他击飞了出去。现在正是林柯立威的时候，于是他对下面的众人说道：“我虽然答应了陛下训练你们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教的，所以以后都给我老实点。”闻言，下面的才子瞬间就被林柯的威势镇住。接着，林柯又让众才子坐上了俯卧撑。众人虽然说是心里不服，但又是不敢不听。只是几个俯卧撑，所有的人就被累趴在地。林柯见状，知道今日的目的已经达成，于是说到：“跟硕兄与巨鸡兄出列，其他人解散。”原来这两人并不是叫根硕与巨鸡，只是林。 林科按他们的样貌起的外号，两人还以为林科要对他们特训，不料林科瞬间秒变脸，说到众多才子之中，我一眼就看出两位乃是骨骼惊奇之人，我马上将你们进行蜕变。说完，林科便拉着两个人就走，他还问起了京城最大的红楼叫什么名字，完全无视了后面的众人。天一更是被气得脸爆青筋。随后三人便来到了春风楼，两个人还以为林科要在这里对他们特训，可他们殊不知林科只是来这里潇洒的。林科还说到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由洛公子买单。突然身在皇宫的洛威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，而春风楼内舞蹈表演已经开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一个叫韩香的女子身上。这个叫韩香的女。 女子正是京城里的第一花魁。突然，二楼里的包厢出来一位公子，随手就丢下了一捆银票，只为博取寒香姑娘的目光。台下的众人一眼就认出，那个人就是国师的三弟子，人称花中圣手的花杰语。这时，林柯对两个跟班说道：“与其费劲提升自己，那还不如偷袭别人来的过瘾。”其实林柯的内心只是想来玩玩，并不是想要偷袭谁。但是现在林柯的面子还是有些挂不住，于是想让寒香姑娘接着奏乐接着舞，可瞬间被打脸。旁边的人说道：“花公子可是寒香姑娘的金榜头名，只要他一露面，寒香姑娘就得去答谢花公子。”与此同时，寒香真的端着一壶酒来到了花杰语身边，听说花公子。 也要参加下旬的恩科，寒香敬公子一杯，祝花公子金榜题名。闻言，花杰语也站起身回道：“参试学子不过等闲之辈，圣上下旨说的什么高人特训更是不值得一提。寒香姑娘若是感兴趣，不妨和我深入交流一下。”可花杰语殊不知林柯就在台下听着，这可把林柯得罪的死死的。这个男人虽然不是皇上，<laughs> 却每天都有不同的后宫体验，只因花魁特制的花春一根酒，让他从未有过拜祭。他每天都要来这里八次，就连服务员大妈都被他吓得瑟瑟发抖，生怕一个不注意，自己也会遭到禽兽般的待遇。花杰语作为国师的大弟子，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皇宫，说话更是口无遮拦。 可他殊不知自己已经得罪了他惹不起的人。林科本想来到春风楼好好的装一波，可却听见花杰语在背后埋汰他，这可把林科彻底惹怒。他紧咬着牙，直接冲上二楼，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花杰语。根硕与巨鸡还想上去帮忙，可却因为没付酒钱被小二拦下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二楼雅间，花杰语正在喝着花春一根酒。就在他想与众女子交流一番时，一个四十八码的大脚直接踹开了他的房门。林科直接喊道：“大内统领扫黄，全部抱头蹲好！”闻言，几个女子瞬间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花杰语更是一愣，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大内统领算什么狗东西？好好看清楚，爷爷是什么人？闻言。 林柯一脸玩味的看向花杰语，你不就是一个嗑药的小废物吗？我劝你乖乖的把这里让给我，否则这一顿毒打你是逃不了的。听到林柯的话，一向霸道惯了的花杰语哪能不生气？直接丢出手中的杯子攻向对方。可林柯完全不在意这小打小闹，直接用手指弹碎了杯子，随后一个幻影步冲向了花杰雨同时嘴里说道：“你这合欢散气味真劣质，难道国师就没教过你养气运阳的功法吗？”闻言，花杰语再次愣住，狠狠的问出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可还没等到林柯回答，花杰语马上使用出自己的杀招攻了出去。顿时间，两个人的两股能量碰撞在一起。林柯再一次玩味的说道：“你行不行啊，细狗？”随后林。 林科又转头看向躲起来的女子，要不这样，你在一边酝酿一下大招，我先去那边办点急事。这句话可把花姐语气的差点吐血。就在两人再次出手时，外面有人喊道：“皇帝出巡体察民情，闲杂人等速速退避。”闻言，林科顿时一惊，于是心里想到肯定有狗出卖我。而这时，洛威已经带着众人来到了春风楼，他身边还跟着林科才收拾完不久的江天一。此时，洛威问道：“你确定林科与特训的学子都在里面？”江天一恭敬的回到：“非常确定。”林科胆大包天祭，以公济私，祸乱才子特训，不杀不以平民愤。闻言，洛薇脸一黑，走进去看看。此时，江天一露出满脸奸相，没想。 到吧，林科，你这么快就栽到我手里了。片刻后，春花楼中所有的人都被士兵带了出来，就连花杰语也在其中，可并没有找到林科等人。于是洛薇一脸不悦地问道：“江天一，江爱卿，现在你怎么解释？”见到女皇发怒，江天一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哪里不知欺君可是死罪。忽然，洛薇在这些人中发现了一个脸熟的面孔，于是说道：“刘公公，这人似乎有些眼熟。”刘公公直接回道：“此人乃是国师的弟子花杰语，素来有京城第一风流才子之雅称。”闻言，洛威大怒：“堂堂国师弟子，居然如此穷奢极欲！”此时的服务员大妈更是落井下石，直接说道：“我们都是被他胁迫的。”过了片刻，刘公公直接。 宣布传圣谕，花姐与放浪形骸有损天威，即可剥夺才子身份，赶出京城。此时的洛威心情大好，林科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现在又除去国师的一个弟子，简直就是天助我也。可洛威万万也没有想到，就在他睁眼的瞬间，刚好与正在逃跑的林科来了个对视。现在林科虽然表面上一脸尴尬，但其实内心早已万马奔腾。女人乃是京城第一花魁，可以说是越过的男人无数，但她今天却在林科这条小河沟里翻船了。<laughs> 林科的一句你格局小了，简直差点没把她气爆。她也没有想到林科深入刺探情报后转身就走。林科不给钱的理由居然是怕犯法，因为不给钱就算你情我愿。 如果给钱了，那性质就变了。女人顿时就被林科气得哑口无言。林科在得到情报后，终于知道原来是江天一陷害的他，林科才想去找他报复。不料才出来就看到江天一与另一个男人在密谋自己。江天一更是在背后说了一堆自己的坏话，这林科哪能忍得了？顿时四十八码的大脚就踹向江天一的脸，力道大的瞬间就踢飞了他，甚至都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。有仇当场就报的感觉非常爽，这也使得林科心情大好。突然一个仆人跳到林科背后偷袭，嘴里同时喊道：“主人，此人便是林科。”可不出意外，他也被林科当场踢飞。面对偷袭的人，林科更是不留余地，甚至都踢出了鹰豹。 接着林柯看向那个被吓尿的男人，你想打听我的消息，大可直接来找我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正好我也想问问你关于国师的事情。原来此人正是国师的另一个弟子，人称妙计圣心。就在刚刚不久的国师府内，国师被气得暴跳如雷，只因洛威亲自处理了他的弟子，打得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妙计圣心说到，皇上心急都自己下场了，说明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剩下的就交给我和师兄吧。此时国师也不再那么生气了，他分析到，就算老三废了，也影响不了这次的恩科夺魁，到时再借助宗人府的势力救下老三。还有洛威手下有个叫林柯的，此人来历神秘，你去查查他的底细。妙计圣心回到，师傅放心。 只要是您想要的徒儿，一定满足您。可妙计圣心，就算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只是才出来一会就碰上了林科。在见到林科的实力后，妙计圣心决定不再留手。他双手掐诀，对林科说道：“你虽然实力很强，但我可以请二位鬼祖相助。”就在妙计圣心话语才落，红配绿的两只鬼影就冒了出来。现在妙计圣心对自己的这两位鬼祖非常自信，因为这两只鬼祖的实力乃是武境巅峰，而他还以为林科只是才入武境。此时的林科完全没把两只鬼放在眼里，开始中二的介绍起自己：“我叫林科，性别男，爱好黑丝、贤师还有国师。我已经把我的信息告诉你了，是不是轮到你告诉我关于国师的事了？” 闻言妙计，圣心被林柯气得当场无语。 有谁能猜到单身已久的太后能有多少小秘密？她虽然是当今太后，但也是合欢宗的长老。他才想与林柯深入探讨秘籍，却被自己的女儿抓个正着。太后立马就甩锅给林柯，声称经历一番搏斗后才把眼前这个老色批抓住。闻言，洛薇被气得立马化身成恶魔，非要砍了他们两个。这时，林柯也豁出去了，反咬倒是太后诱拐了他来到了这里。至于为什么会发展成狗咬狗，那还要从林柯对战妙计圣心说起。妙计圣心本以为自己召出两只鬼祖能吓退林柯，可林柯却不以为然，还和妙计圣心胡扯了起来。当然，他可不想听林柯满嘴跑火车，直接释放出自己的。 鬼祖攻了出去，见状林柯也不得不认真了起来。他使用全部力量轰出了一击龟派气功，顿时间一股庞大的光波就淹没了两只鬼祖。见状妙计圣心当场就被吓尿，他心想难道是看错了对方的修为？而两只鬼祖也以为自己马上领盒饭了，可下一秒他们竟然发现自己毛都没少一根，这可把林柯弄无语了。他也没有想到这两只鬼弱到都没换成实体，虽然那两只鬼对自己没威胁，但是自己被封印了数十，拿两只小鬼也是没有任何办法。这可把观战的妙计圣心笑喷了，他埋汰到林柯原来是个酒囊饭袋，一切都是虚张声势。可下一秒他就被林柯的一个大逼都扇飞。 老子打不到不成形的鬼，还打不到你吗？此时妙计圣心完全懵逼了，只能一个劲的求饶。接着林柯说道：“赶快交出国师的信息，否则奥利给都给你打出来。”忽然妙计圣心看到地上的江天一，于是他想也不想的便抓起了他当成了人质。他对林柯说道：“此人乃是保皇一脉的代表，如果他出事了，你也没法对皇上交代。”闻言林柯露出了一脸坏笑，接着便想也不想的挥出了一拳。见状妙计圣心当场就被吓尿，还想接着求饶，可为时晚矣。林柯这一拳可是融合了庞大的能量，只是一个瞬间就淹没了两人。等到能量散去后，两人已经躺在地上不知生死。此时林柯。 说到你拿我的仇人威胁我，你怕不是脑子进水了吧？”接着他回头对两只小鬼说道：“还不快滚！”闻言，两只小鬼一溜烟的跑了。就在这时，巡城的士兵也赶到了此地，但只见到两个不知死活的人，而林克早已跳到树上躲了起来。此时他心想，要赶快找到破解上古契约的办法才行。于是他决定去皇宫问问太后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深夜的皇宫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今天洛薇也来到了太后的寝殿。他看到宫女都在外面站着，有些懵逼。此时宫女也说到太后身体不适，不想任何人打扰。可洛薇哪里会信这些人的鬼话？随即她就冲进寝殿，她心想肯定是老妖婆又在偷男人了。于是。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 这个带球撞门的女人乃是平阳郡主，她从小就暴力无比，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可不知死活的林柯却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还想与她彻夜交流一番。平阳郡主瞬间就被气得咬牙切齿，直接赏了林柯一个一字马。见状，林柯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眼前这个小辣椒非常不错。而平阳郡主见到对方还有两把刷子，也对林柯来了兴趣。喂，你小子做我的走狗，我就饶过你。郡主带来的四大护卫闻言瞬间爆一快做我们主人的狗，否则让你菊花残满的伤。但他们装叉却找错了人，林柯一拳便送四大护卫上了西天。其实这个平阳郡主乃是江天一的未婚妻，当得知。 自己的男人被打成植物人后，直接一纸诉状告到了洛威那里。闻言，林科顿时惊讶无比，这人居然还有未婚妻？是男的，是女的？芳龄几许？长相如何？洛威见到满嘴跑火车的林科顿时就想灭了他。你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这个吗？你为什么要打江天一？闻言，林科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这小子敢惦记我的女人，既然让我知道了，我怎么可能拍拍屁股就不管了？面对这样厚颜无耻的林科，洛威已经被气得忍无可忍，直接一脚踹飞了林科。平阳王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保皇党，若你不能解决此事，我就把你的屁股切下来让你拍。随后，洛薇便重重的关上房门，不再搭理林柯。 此时林科心想，这女人变脸速度真快。不过她这么晚来找林雪燕干嘛？莫非是想改良离国的豆制品工艺？这个我必须要学习一下。可林科却怎么也想不到，莫威早就留着后手，直接赏了他一个透心凉，心飞扬，变成落汤鸡的林科简直无语了。次日春风楼内，林科找来了根硕与巨鸡商量此事。巨鸡直接开口问道：“老大出什么事了？”林科随手摘了一颗葡萄说道：“我向你们打听一个人，平阳郡主，你们两个人认识不认识？”听到平阳郡主这个名字，两个人顿时就被吓尿。这娘们可不是善茬，京城内的年轻一代们几乎都被她揍过。闻言，林科随口说道：“这个也算正。” 若不是生活所迫，哪个女人爱天天摆弄针线活呢？说完，林科便又想再吃一颗葡萄，可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。突然，韩香哼了一声，随后说了一句讨厌，便转身就走。此时，巨鸡说到平阳王为了困住他的女儿，给他找到了一个文官的夫家，将其软禁家中，这才消停下来。不过，老大，你打听这个姑奶奶干嘛？闻言，林科说道，那个夫家就是江天一。这时，两个人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随后，林科接着说道，平阳郡主已经知道是我们干的了，并且向皇上告了御状。此时，巨鸡已经被吓得浑身颤抖，于是说道，老大，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。什么恩科也没有小命重要啊？闻言，林 林科却表示没啥大事，待会我就去把这事摆平。听到林科还要惹事，根硕与巨鸡直接被吓得当场就跑。就当两个人跑到大门时，瞬间又被爆破的大门弹了回来。见状，林科笑了：两位兄弟真够意思，又回来陪我共度难关了。随后门外走进来四大护卫，喊道：“平阳郡主道。”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这个犯花痴的女人乃是平阳郡主，却大胆调戏上未婚夫的仇人。她对林科简直就是一见钟情，林科的身影一直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散。可她殊不知自己已经闯了大祸，而她的未婚夫也不知道自己被打后又被戴了绿帽子。故事还要从平阳郡主找林科报。 仇说起，他本以为自己武功盖世，打个纨绔子弟简直轻而易举，可不料对方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上来就对他说了一堆虎狼之词，这可把平阳郡主彻底惹怒。本姑娘这辈子最喜欢打架了，随<是>后一击闪电五连鞭攻向林柯，可又被林柯简单的躲过，还被林柯抓住了手。随即林柯说道：“打架地点你选，姿势我定，不能反悔哦。”闻言郡主冷笑一声，敢占姑奶奶我的便宜？随后平阳郡主一击开山腿便踢了出去，可不料林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，还露出自信的笑容。他借机又对平阳郡主说了一堆虎狼之词，这可把平阳郡主彻底弄脸红了。他现在是又叫。 娇羞又生气，于是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我定要我阿爹的铁骑踏破你家。闻言，林柯回到：“你来找林柯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平阳郡主先是一愣，于是问道：“你是林柯？”可不料林柯却不要脸的答道：“我是林柯的护卫，你刚刚撞翻那人正是我家林大人，只怕我护卫保护不当，回去就要被问斩了。你说你该怎么补偿我？”闻言，平阳郡主顿时就信了林柯的鬼话。那你说要怎么补偿？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就在这时，平阳郡主的护卫大声喊道：“放开郡主，你家林大人已经在我们手上，再不放开，你家大人性命不保。人有多大胆，妹子就有多少产，只要不要脸，后宫就能一直产。”林柯为了泡妹子。 竟然调戏上仇人的未婚妻，还声称他自己只是个小护卫，而傻傻的平阳郡主竟然真的上当了。好在郡主的护卫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他们，但这些护卫更傻，竟然抓起了根硕当起了人质。闻言，林柯不屑地回道：“那你们赶快去远点的地方弄死他，不要影响到我。没看见我在忙吗？”此话一出，所有的护卫都愣住了。这人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但林柯现在可没心情搭理他们，直接就要和平阳郡主玩亲亲。好在这时平阳郡主想明白了，于是说道：“林统领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”这突然而来的变故也把林柯弄无语了。此时平阳郡主说道：“如果你今晚敢来平阳王府，那么我就补偿你。” 说完，平阳郡主转身就走，护卫还警告到林柯不要痴心妄想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个世界哪还有林柯不敢去的地方？此时他已经想好今晚一定要闯一闯平阳王府。闻言，巨鸡也说道：“算我一个。”听到巨鸡也要去，林柯顿时被气得脸爆青筋。你想第三者插足吗？这可把巨鸡问懵逼了。我们不是一起去救根硕吗？现在轮到林柯满脸懵逼，救什么根硕？此时巨鸡指向平阳郡主那些人，根硕已经被他们绑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平阳郡主非常开心，废了江天一的林柯终于被我抓到了。我看这次阿爹怎么奖励我？现在林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为何我的桃花运总是如此坎坷？ 时间一转，来到了平阳王府，郡主房间内一个麻袋正在瑟瑟发抖。江天一问道：“你是如何抓到他的？”妙计圣心也说道：“我和这贼人交过几手，他的修为恐怕不低于五境武者了。”平阳郡主听到有人质疑他，于是没好气的说道：“再厉害的武者，在平阳王府面前也是不值一提。”这时妙计圣心说道：“郝云儿，这次恩科恐怕已是我师父的囊中之物了。而现在江天一又是废人一个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了？”闻言郡主没好气的回道：“我看不上江天一，并不代表可以看上你。在我眼里，你们都是废人，只有那个人才算是男人，只有那样有魅力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我。”妙计圣心看到平阳郡主对别人犯花痴。 简直气得当场就要爆炸！忽然门外有人喊道：“混账，你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父王？”妙计圣心听到门外之人正是平阳王，当场就被吓尿。随后他转身跳窗就跑，还不忘记提醒下郡主考虑一下他的提议。与此同时，平阳王也来到屋子内，让你乖乖在家照顾夫婿，你竟出去胡闹，还把林统领也抓了回来。 这个男人乃是强大的御鬼师，他养了一个专吸阳气的男鬼，可他每天并不想着好好提升修为，却专门想给别人戴绿帽子。可他殊不知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王府外，林科吩咐到：“巨鸡，一会分头行动，你去就跟说我去找郡主，这把长剑你拿去防身。”闻言，巨鸡有些慌了：“老大，你把剑给我，那你呢？”林科自信的回到：“我身上有柄更大的，再说我不舍身拖住郡主，你怎么救人？”就在两人说话时，忽然有个身影在远方出现，这自然逃不过林科的感应。随后他化身一束金光追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妙计圣心正在疯狂奔跑，他此时正在想着要怎么得到郡主，完全没。 注意周围的变化，忽然一只铁拳出现在他面前，来不及反应的妙计圣心瞬间就被击飞了出去。妙计圣心才起身就骂到哪个混账敢埋伏我？这时林科回到你这个人好不讲理，分明是你用脸攻击了我的手。妙计圣心见到眼前的人是林科，顿时就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你你居然没被抓还设计跟踪我？此时妙计圣心自知不是林科的对手，先下手为强，丢出了鬼弹。林科见状露出了一脸玩味，你连个女鬼都没有，谁愿意跟踪你？随后林科一击苹果核丢向了妙计圣心，而他也被这苹果核当场砸晕，随后便扑通的一声砸进了地里。此时林科一脸坏笑，这个废物。 我还是可以利用一下。与此同时，平阳王正在呵斥自己的女儿，可郡主并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内心淋得辱没王府的脸面。我把他抓回来何错之有？闻言，平阳王大发雷霆：“你禁闭还没有关够是吗？我真是把你宠坏了。”江天一的事上有猫腻，而林统领又是陛下的人，你还不快给他松绑？此时，郡主好像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于是说道：“我把他放了，可不可以不受惩罚呀？”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来报，王爷林统领前来拜访。听到下人来报，郡主顿时就被吓呆在原地，而平阳王也问道，你确定是林统领？”就在几个人懵逼之时，林科带着笑容已经走了进来。林某自任职以来还未上。 过早朝，所以王爷不知道也不奇怪。郡主见到林柯，顿时就不淡定了。这时林柯说道：“今日我不请自来，乃是为了一名失踪的学子。”闻言，平阳王只能装傻充愣，并表示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。就在这时，根硕突然钻出了麻袋，他直接趴在林柯脚下说道：“林统领，你总算来了！我堂堂的恩科特训学子，陛下钦点的状元种子，居然就这样的被人抓了！大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”闻言，林柯脸一黑：“难道平阳王你也想插手恩科吗？”这时，平阳王急忙解释：“这只是一场误会。”而他也意识到此事肯定是此人设下的局。突然，房顶开始裂开，一只秃毛的妙计圣星掉了下来。见状， 林柯喊道：“有刺客，快保护王爷和郡主！”说完，林柯便一拳打了上去，而妙计圣心也被镶进了墙中，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。 有谁能猜到郡主的闺房里到底能有多少小秘密？桌子上摆着两只黄瓜礼物，还有被打成植物人的未婚夫，甚至还有一个强壮的仇人。可郡主却不想着怎么报仇，还想为仇人表演黄瓜的用法，这可苦了被打成植物人的男人。原来就在刚刚不久，妙计圣心想以国师的势力强迫郡主改嫁，可不料被平阳王的突然到来打断。随后他又在逃跑中被林柯抓个正着，而林柯又再一次不当人了，直接开始玩上栽赃嫁祸的套路。苦逼的妙计圣心现在只能一个劲的逃跑。林柯直接宣布妙计圣心就是绑架学子之人，而且不穿衣服想来王府欲行不轨之事。他。 这一顿骚操作可把平阳王弄得是一愣一愣的，但平阳王现在也只能老老实实的配合林柯。虽然他知道这些都是林柯胡编的，但为了自保，也只能无言以对。次日皇宫外就贴出告示，林柯做的所有坏事都栽赃给了妙计圣心，而妙计圣心也要被问斩。当日早朝上，洛威直接问到平阳王昨夜的事情是否属实，平阳王直接回到确实如此，而且还是林统领亲自抓获的贼人。只可惜骏马江天一原本即将痊愈，却因为再次受到惊吓昏迷不醒。这时江太傅也说道，犬子重伤至今未醒，恐怕这辈子都难以苏醒了，还请陛下为我做主。闻言，洛威装作。 愤怒的表情，朕没记错的话，妙计圣心可是国师的弟子。此时被问的国师马上慌张不已，直接说道：“此子早就被我踢出了师门，他所做的事情我并不知情，望陛下一定要明察严惩此贼。”还没等国师再说些什么，洛威直接宣布国师监管不力，难辞其咎，罚俸禄一年，以儆效尤。现在国师已经被气得咬牙切齿，但也不能再说些什么。随后洛威再次宣布灵统领护卫有功，宣上殿来领赏。 此时洛威心想，林科居然把这件事办得这么漂亮，我要赏一些什么给他呢？可等了半晌后，他并没有等到林科。老太监急忙来报，陛下林统领并没在后殿待命。现在轮到洛威，被气得咬牙切齿。而大忙人林科只是带着两只黄瓜来到了平阳王府，他装作是来看江天一，实则是来勾引郡主的。林科见到郡主，直接说道：“王爷现在早朝，你的骏马又熟睡不醒，恰逢其时，我们何不先从前丝竹之优雅事物开始？”郡主也配合的回道：“本宫确实会一些乐器，那么就请君细细品鉴。剩下的内容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”一个小时后，巨鸡突然闯了进来，急忙喊道：“老大，不好了！” 随后他就愣在了原地，原来是林科装作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在喂江天一吃黄瓜。接着巨鸡急,急忙说道：“老大别装了，有人劫法场欲就妙计圣心。”闻言，林科装作一脸愤怒：“郡主刚刚失去了丈夫，老夫特来慰问一下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捣乱，走让我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没有同情心。”可就在林科才走出门后，江天一就抽搐了起来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菜市口，所有的官兵都已经被撞飞。原来是一个黑衣人已经救到了妙计圣心。可就在他们快成功时，一把菜刀突然飞了出来，但并没有击中两人，还是被他们轻松躲了过去。这个女人乃是女扮男装的遇鬼师，她每天不想着怎。 吸收阳气，只想着谋权篡位。他培养了三名御鬼高徒，想包揽恩科前三，这样就可以彻底颠覆皇权，登上帝位。可他却自大的招惹上了林科这个煞星。林科利用他人报复自己的机会，灭了他的三徒弟，又用计谋栽赃嫁祸，残害了他的二徒弟。就在马上动刑时，国师的大徒弟扮演黑衣人在刑场救出了他的二徒弟。黑衣人以为马上成功时，突然他被后面飞出的菜刀打断，这可把黑衣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而丢出菜刀之人正是赶来的林科。就在两人对峙时，黑夜人突然感觉大事不好。此时他脚下传来了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他猛然回头望去，妙计胜心。 已经气绝身亡。现在黑衣人对林柯的恨意已经达到了顶点，他想也不想的便用拳头攻向了林柯。见状，林柯让所有的官兵都开始后退，因为他要开始装杯了。林柯一掌迎上了黑衣人的拳头，随后两股能量就碰撞在了一起。忽然，林柯用另一只手抓向了黑衣人的面纱，虽然他现在已经猜出这人的身份，但是还想确认一下。可不料他却被黑衣人犀利的攻击弹了回去。现在林柯更加兴奋了，因为他好久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高手。而黑衣人也自知自己碰上了强大的对手，他刚气外放，想展示一下自己六境大宗师的实力。见状，林柯也不再留手，他想让黑衣人看看六境和一百境。 的区别。随后林科身后就展现出巨大金色的圣人虚影。此时的黑衣人再一次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林科手指向黑衣人，如不可直视圣人。可就在林科发动攻击时，契约封印圣人枷锁再次显现。但就算这样，一股庞大的能量也射入了黑衣人的眼中。此时黑衣人的双眼疼痛不已，好像千万支钢针插入了眼中。过了许久，黑衣人才缓缓的睁开了眼睛。忽然天空中出现了一枚金色的印记，他缓缓的映入在林科的额头上。林科在心里暗骂一声：远古契约真是强的离谱。洛威是二境武者，我全力爆发下才勉强能发挥出三境圣体的威力。就在林科感叹时， 黑衣人手里拿出一枚紫色晶石，大喊道：“我是不可能输的！”极夜吞天大法。随着黑衣人的施法，他的身边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紫色骷髅头骨，转眼间就攻向了林科。见状，林科冷哼一声，跳梁小丑。接着，林科一击手刀便攻向了迎面而来的骷髅头。面对林科的攻击，骷髅头又变成了一枚紫色的晶石。而趁着这个空隙，黑衣人转身就逃。见状，林科也没有再追击，因为他已经确定刚才那人一定是国师的大徒弟。既然这样，肯定还会见面的。忽然，林柯看向地面的晶石，这竟然是灵石，这可是帮助提升修为的好东西，正好适合洛薇这个废材。想到这里，林柯。 林转身就走，此时他心想要怎么收拾洛薇这个小丫头，不讨好他可不会轻易给洛薇。片刻后，林科来到了洛薇寝宫，而林科现在却是满脸黑线，因为洛薇的门上写着“林科与鬼不得入内”。当一个千年老色批遇到一个万年女汉子时，会发生什么样的闹剧？林科在外装完杯后，才想回来找洛薇，却不曾想寝殿外贴着“林科与鬼不得入内”的纸条，这可彻底把林科弄无语了。可他下一秒竟然发现洛薇的房间内竟然有男人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房间内洛薇正在问着严将军：“此次回京，可是北方边境发生了什么大变动？”闻言,言，严将军回到北境，近日马匪增多，所以特意。 护送北境学子赴京赶考，顺路来探望一下陛下。洛威听到北方边境一切安好，急忙去扶严将军，并对他夸赞了一番。随后，洛威一把抱住了严将军，说道：“朕对你甚是想念，快来坐下说话。”这时，严将军拿出了一个木盒，陛下，这是我在北境无意间得到的宝物。突然，林科一下窜了出来，大喊道：“洛威，小心！”见状，严将军也是急忙用双手抵挡，啪嗒一声，木盒掉落，原来是一块火属性的灵石。洛威指责道，林科，你要干什么？”严新武将军与朕自幼相识，怎么可能会害朕？但林科可不管那么多，直接一把抱过了洛威，说道：“只要是在这里的男人，肯定都不是好人。他送你的东西。” 更不是好东西。可下一秒，林科就愣在了原地。见状，洛威急忙解释道：“小五，你别生气，这位是林统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便是由他来保护我的。”闻言,言，严将军把身上破碎的铠甲拍落，接着开心的说道：“好俊的功夫！不过火灵石可是好东西。”见状，林科彻底懵逼。他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如此高大的女汉子。忽然，洛威把一件衣服急忙披到严将军身上：“小五，你也太粗心了，都走光了。”可严将军却对此满不在乎：“为什么男人可以光膀子，女人却不行？”闻言，林科也说到此言有理：“衣服都是防小人的，像我这种正人君子绝对不会看的。”忽然，严将军一把抱住了林科，说道：“果然，林统领乃是真。” 君子，难怪陛下会那么信任你。见状，林柯突然坏笑了起来。严将军，晚些时间我们可以来场摔跤比赛，看看我们到底谁更胜一筹，如何？闻言，严将军非常开心。实不相瞒，我早就想与林统领较量一番了。忽然，洛威在背后打断了他们：“你们两个要腻歪到什么时候？”这时，严将军也看出这是洛威在撵他了，直接说道：“陛下，礼物已经送到城外，还有三千骑兵尚未安顿，末将告辞。”显然，现在林柯还有一些依依不舍，急忙提醒到：“晚上别忘记摔跤比赛的事。”可就在这时，洛威在林柯背后突然发难，他一眼就看出林柯肯定没安好心，想教训他一番。不曾想，林柯反应迅速，急忙。 躲过了洛威的偷袭，随后林科就对他使用出一击千年杀，疼的洛威当场暴气，马上就要与林科不死不休，还威胁到两人可是有远古契约的约束。可洛威却忘记了谁是主谁是仆，在他的记忆里，林科一直是仆人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林科只是动动手指就捆住了洛威。洛威现在是又羞又气，急忙喊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林科掏出了两颗晶石，说道：“当然是帮你传功了。”几个小时后，洛威伸了伸懒腰，感觉到一身舒畅，接着说道，林科，我们可以继续。”没想到今生的感觉这么好，可林科却说道：“继续？你个头，你个废材，榨干了小爷的两颗晶石和身上的所有灵气才。” 勉强帮你提升到三境，等小爷灵气恢复了再和你决一死战。闻言，在一旁的老太监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。林柯现在非常愤怒，你刚刚是在笑我？老太监急忙回到没有，奴才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。现在奴才就派人送你。林柯急忙说道不用，我看起来那么虚吗？好歹我也是准圣，就算实力被封印，灵气被榨干，可还没有等到林柯说完话，他的脑袋突然就被人套住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某府邸，林柯在昏迷中隐约闻到了做饭的香味，突然他一下就清醒了过来。他发现自己竟然在一只大铁锅中，现在正在被人炖着。这时远处传来了女人的笑声，林统领别来无恙啊。 这个男人被女鬼抓去当人质，可他不仅没有慌张，还露出了一脸痴汉的表情。原来就在刚刚不久，林科被女鬼抓去要把他炖汤喝。等林科反应过来，直接挣断了锁链，他想也不想便跳出了大锅，直接冲向女扮男装的国师。他脚才落地，突然脚一滑，他发现自己竟然踩在了冰面上。林科猛然回头望去，竟看到刚才炖他的那口大锅在释放冷气，锅上面还有一朵冰花在风中摇曳。此时国师冷笑道：“你和玄冰、名花、同炉都能使得冰水沸腾，你体内的阳气真是了不得。看来我的大徒弟说的没错，你果然先天满阳力，正好克制我们鬼族。只要用至阴之物毁掉你的阳。” 阳气，那么你就便不堪一击了。闻言，林柯可就不愿意了。我单身三百年积攒的阳气，岂是你说破就破的？说完，林柯就释放出阳气抓向国师。可下一秒，林柯的拳头就被国师身边的神秘人挡住。神秘人露出愤怒的表情，大喊道：“放肆！”林柯突然愣在了原地。其实他并不是被对方的实力吓到，而是那个神秘人居然是个漂亮的女鬼。但国师并不知道这些，他还以为林柯的实力已经受损。国师装备的介绍上，这可是他最新升级的合成猎鬼魔心鬼婴。忽然，林柯脸色一变，直接对国师说道：“瞧你的损色儿，你有这样漂亮的女鬼，你不早说，何必浪费什么玄冰灵什么的吸我的阳？” 阳气。闻言，国师先是一愣，等明白了林科的意思，他马上后退，大喊：“你个死变态，鬼婴给我杀了他！”接到命令的鬼婴直接释放出自己最强的鬼气，露出锋利的利爪冲向了林科。他身后还带着恐怖的死神鬼影。可这点攻击对林科来说简直就是笑话。林科甚至能在躲避攻击时还能跳芭蕾舞。最后，林科还挑衅上鬼婴的攻击速度，简直就是龟速。气不过的鬼婴回怼到：“你精气两亏，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？”闻言，林科这时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宅子风水属极寒，已经影响到他吸收阳气的速度。忽然，林科手抱青筋，下一秒他便一拳攻向了身边的墙壁。与此同时， 严将军正在大街上巡视，他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，而这爆炸声正是林科击穿墙壁的声音。晒到阳光的林科正在疯狂吸收着暖阳，只是那么一瞬间，他的阳气便完全恢复。见状，国师冷哼一声，随即对林科说道：“就算你破了风水，也难逃一劫。”接着他便戴上了面具，下一秒国师就变身成了男人。随后他对鬼婴说道：“我允许你使用最终形态，我在府上等待你的好消息。”听到命令的鬼婴再次释放出庞大的鬼气，这时的鬼婴仿佛死神降临一般，身后的鬼影好像都要变成了实质，头上也露出了双脚，更是长出了尾巴，变成完全体的鬼婴和刚才已经。 恍若两鬼，如今的鬼婴就是超级赛亚鬼，他用才长出的尾巴直接攻向了林科。可谁能想到林科不但没有躲避，还爱上了完全体的鬼婴。与此同时，严将军也赶到了此处，而林科却在享受被鬼婴包裹住全身的感觉。鬼婴见到严将军，直接威胁到不要靠近，否则就杀了他。闻言，严将军怒喊道，放肆，并要求鬼婴马上投降，放了林科。这时，林科对严将军说道抓个小鬼不用你费心了，你还是玩去吧。闻言，严将军懵逼了，他还以为林科怕了鬼婴，可不料林科直接怒了，他对严将军说道现在是我在和他决斗，不要影响我们的好事，你们赶快走吧。人有人妖，鬼有鬼。 鬼妖，如果你发现一个带球美女用物体顶住你背后时，你会如何应对？此时的林科叔不知他马上就要面对这样的悲剧。严将军正在和鬼婴打着嘴炮，而他们争论的话题却是林科是不是极品帅哥的问题。这话题也让鬼婴的内心起了波澜。但被鬼婴困住的林科可就不淡定了，他总感觉有东西顶住了他的后面。就在这时，鬼婴也说出了林科心中的疑惑。鬼婴表示自己是国师的合成鬼，上半身自然不用讲，而下半身当然是用强壮的男性身体。林科闻言顿时就愣在了原地，下一秒他脸爆青筋，怒气冲天。只是一瞬间，林科就释放出自身全部的阳气，而鬼婴也被。 被这股强悍的阳气所吹飞，鬼婴当时就懵逼了。明明刚才已经控制住了那个男人，为何他现在突然暴起？这股庞大的能量越聚越多，甚至都形成了一只金色的光柱。顿时间，光柱竟然直通天际。忽然，金色符文在天空中显现。此时，林柯的实力已经恢复到圣人境界。见状，鬼婴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。可等不及鬼婴有所反应，林柯的身体就仿佛炮弹一样冲向了鬼婴。此时，林柯的怒气值已经到达了顶点，他要焚尽这肮脏的世界。而此时的鬼婴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，身为最强和成鬼的自己却接不住林柯的一击。但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，鬼婴只能在这攻击中。 化成了虚无。严将军见状，顿时就对林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而他殊不知，此时的林科已经是泪流满面。与此同时，国师也感受到了鬼婴的消失。他现在对林科的恨意也已经到达了顶点。但国师转念一想，自己宗门的师姐都有要事在身，没有人能抽身来帮他。想来想去，他只感觉自己现在憋屈无比，也只能无能狂吼。七日后，恩科正式开始，先是文士，后是武士，所有的学子都表现得非常优秀，但是这些人中却没有国师的弟子。洛威对国师指责道：“为何没有你的弟子？难道我国容不下他们吗？”闻言，国师只能说到：“自己徒弟上不了台面，所以已经自动放弃考试了。”洛。 魏当然知道国师的弟子都哪去了，但是他也要必须装作不知道，而且还要狠狠地嘲讽国师一番。此时的国师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自己吃，而且还要装作非常卑微。等洛威走后，国师被气得咬牙切齿，他心想这一切都是林柯造成的。随后，另一个计划已经在他心中产生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春风楼，地面上摆着无数的酒坛。此时的林柯正在被别人喂酒，他现在只想醉生梦死。但韩香可就郁闷了，因为林柯来到这里已经七天了，每天都在喝酒，而且什么话都不说。忽然，巨鸡和根硕跑了进来，他俩是来找林柯求救的，因为他们一个考了倒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二。闻言，林 可都无语了，他现在真心不想再搭理这俩卧龙凤雏，但两个人还在哭唧唧不停，诉说着各种借口。 这个女人乃是女扮男装的御鬼师，她每天不想着怎么吸收阳气，只想着谋权篡位。她培养了三名御鬼高徒，想包揽恩科前三，这样就可以彻底颠覆皇权，登上帝位。可她却自大的招惹上了林科这个煞星。林科利用他人报复自己的机会，灭了他的三徒弟，又用计谋栽赃嫁祸，残害了他的二徒弟。就在马上动刑时，国师的大徒弟扮演黑衣人在刑场救出了他的二徒弟。<是>黑衣人以为马上成功时，突然他被后面飞出的菜刀打断，这可把黑衣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而丢出菜刀之人正是赶来的林科。就在两人对峙时，黑夜人突然感觉大事不好，此时他脚下传来。 <noise> 来了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他猛然回头望去，妙计圣心已经气绝身亡。现在黑衣人对林柯的恨意已经达到了顶点，他想也不想的便用拳头攻向了林柯。见状，林柯让所有的官兵都开始后退，因为他要开始装杯了。林柯一掌迎上了黑衣人的拳头，随后两股能量就碰撞在了一起。突然，林柯用另一只手抓向了黑衣人的面纱，虽然他现在已经猜出这人的身份，但是还想确认一下。可不料他却被黑衣人犀利的攻击弹了回去。现在林柯更加兴奋了，因为他好久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高手。而黑衣人也自知自己碰上了强大的对手，他刚气外放，想展示一下自己六境大宗师的实力。见状，林 林柯也不再留手，他想让黑衣人看看六境和一百境的区别。随后，林柯身后就展现出巨大金色的圣人虚影。此时的黑衣人再一次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林柯手指向黑衣人，汝不可直视圣人。可就在林柯发动攻击时，契约封印圣人枷锁再次显现。但就算这样，一股庞大的能量也射入了黑衣人的眼中。此时黑衣人的双眼疼痛不已，好像千万只钢针插入了眼中。过了许久，黑衣人才缓缓的睁开了眼睛。忽然天空中出现了一枚金色的印记，他缓缓的印入在林柯的额头上。林柯在心里暗骂一声：远古契约真是强的离谱。洛威是二境武者，我全力爆发下才免。 强能发挥出三境圣体的威力。就在林柯感叹时，黑衣人手里拿出一枚紫色晶石，大喊道：“我是不可能输的！”极夜天天大喊。随着黑衣人的施法，他的身边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紫色骷髅头骨，转眼间就攻向了林柯。见状，林柯冷哼一声，跳梁小丑。接着，林柯一击手刀便攻向了迎面而来的骷髅头。面对林柯的攻击，骷髅头又变成了一枚紫色的晶石。而趁着这个空隙，黑衣人转身就逃。见状，林柯也没有再追击，因为他已经确定刚才那人一定是国师的大徒弟。既然这样，肯定还会见面的。忽然，林柯看向地面的晶石，这竟然是灵石，这可是帮助提升修为的。 好东西，正好适合洛威这个废材。想到这里，林科转身就走。此时他心想，要怎么收拾洛威这个小丫头？不讨好他，可不会轻易给洛威。片刻后，林科来到了洛威寝宫，而林科现在却是满脸黑线，因为洛威的门上写着“林科与鬼不得入内”。当一个千年老色批遇到一个万年女汉子时，会发生什么样的闹剧？林科在外装完杯后，才想回来找洛威，却不曾想寝殿外贴着“林科与鬼不得入内”的纸条，这可彻底把林科弄无语了。可他下一秒竟然发现洛威的房间内竟然有男人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房间内洛薇正在问着严将军：“此次回京，可是北方边境发生了什么大变动？” 闻言,言，严将军回到北境，近日马匪增多，所以特意护送北境学子赴京赶考，顺路来探望一下陛下。洛威听到北方边境一切安好，急忙去扶严将军，并对他夸赞了一番。随后，洛威一把抱住了严将军，说道：“朕对你甚是想念，快来坐下说话。”这时，严将军拿出了一个木盒，陛下，这是我在北境无意间得到的宝物。突然，林科一下窜了出来，大喊道：“洛威，小心！”见状，严将军也是急忙用双手抵挡，啪嗒一声，木盒掉落，原来是一块火属性的灵石。洛威指责道，林科，你要干什么？”严新武将军与朕自幼相识，怎么可能会害朕？但林科可不管那么多，直接一把抱过了洛威，说道。 只要是在这里的男人，肯定都不是好人。他送你的东西更不是好东西。可下一秒，林科就愣在了原地。见状，洛威急忙解释道：“小五，你别生气，这位是林统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便是由他来保护我的。”闻言,言，严将军把身上破碎的铠甲拍落，接着开心的说道：“好俊的功夫，不过火灵石可是好东西。”见状，林科彻底懵逼。他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如此高大的女汉子。忽然，洛威把一件衣服急忙披到严将军身上：“小五，你也太粗心了，都走光了。”可严将军却对此满不在乎。为什么男人可以光膀子，女人却不行？闻言，林科也说道：“此言有理，衣服都是防小人的，像我这种正人君子绝对不会看的。”忽然。 但严将军一把抱住了林柯，说道：“果然林统领乃是真君子，难怪陛下会那么信任你。”见状，林柯突然坏笑了起来。严将军，晚些时间我们可以来场摔跤比赛，看看我们到底谁更胜一筹，如何？闻言，严将军非常开心。实不相瞒，我早就想与林统领较量一番了。忽然，洛威在背后打断了他们：“你们两个要腻歪到什么时候？”这时，严将军也看出这是洛威在撵他了，直接说道：“陛下礼物已经送到，城外还有三千骑兵尚未安顿，末将告辞。”显然，现在林柯还有一些依依不舍，急忙提醒到：“晚上别忘记摔跤比赛的事。”可就在这时，洛威在林柯背后突然发难，他一眼就看出林柯肯定没安好心。 想教训他一番，不曾想林科反应迅速，急忙躲过了洛薇的偷袭。随后林科就对他使用出一击千年杀，疼得洛薇当场暴气，马上就要与林科不死不休，还威胁到两人可是有远古契约的约束。可洛薇却忘记了谁是主谁是仆，在他的记忆里林科一直是仆人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林科只是动动手指就捆住了洛薇。洛薇现在是又羞又气，急忙喊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林科掏出了两颗晶石，说道：“当然是帮你传功了。”几个小时后，洛薇伸了伸懒腰，感觉到一身舒畅，接着说道：“林科，我们可以继续。”没想到今生的感觉这么好，可林科却说道：“继续你个头，你个废材！” 榨干了小爷的两颗晶石和身上的所有灵气，才勉强帮你提升到三境。等小爷灵气恢复了，再和你决一死战。闻言，在一旁的老太监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。林柯现在非常愤怒，你刚刚是在笑我？老太监急忙回道，没有，奴才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。现在奴才就派人送你。林柯急忙说道，不用，我看起来那么虚吗？好歹我也是准圣，就算实力被封印，灵气被榨干，可还没有等到林柯说完话，他的脑袋突然就被人套住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某府邸。林柯在昏迷中隐约闻到了做饭的香味，突然他一下就清醒了过来。他发现自己竟然在一只大铁锅中，现在正在被人炖着。这时远 远处传来了女人的笑声。林统领，别来无恙啊！人有人妖，鬼有鬼妖。如果你发现一个带球美女用物体顶住你背后时，你会如何应对？此时的林科叔不知他马上就要面对这样的悲剧。严将军正在和鬼婴打着嘴炮，而他们争论的话题却是林科是不是极品帅哥的问题。这话题也让鬼婴的内心起了波澜。但被鬼婴困住的林科可就不淡定了，他总感觉有东西顶住了他的后面。就在这时，鬼婴也说出了林科心中的疑惑。鬼婴表示自己是国师的合成鬼，上半身自然不用讲，而下半身当然是用强壮的男性身体。林科闻言顿时就愣在了原地，下一秒他脸爆青筋，怒气。 冲天，只是一瞬间，林柯就释放出自身全部的阳气，而鬼婴也被这股强悍的阳气所吹飞。鬼婴当时就懵逼了，明明刚才已经控制住了那个男人，为何他现在突然暴起？这股庞大的能量越聚越多，甚至都形成了一只金色的光柱。顿时间，光柱竟然直通天际。忽然，金色符文在天空中显现。此时，林柯的实力已经恢复到圣人境界。见状，鬼婴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。可等不及鬼婴有所反应，林柯的身体就仿佛炮弹一样冲向了鬼婴。此时，林柯的怒气值已经到达了顶点，他要焚尽这肮脏的世界。而此时的鬼婴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，身为最强和成鬼的自己却。 接不住林科的一击，但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。鬼婴只能在这攻击中化成了虚无。严将军见状，顿时就对林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而他殊不知，此时的林科已经是泪流满面。与此同时，国师也感受到了鬼婴的消失。他现在对林科的恨意也已经到达了顶点。但国师转念一想，自己宗门的师姐都有要事在身，没有人能抽身来帮他。想来想去，他只感觉自己现在憋屈无比，也只能无能狂吼。七日后，恩科正式开始，先是文士，后是武士，所有的学子都表现得非常优秀，但是这些人中却没有国师的弟子。洛威对国师指责道：“为何没有你的弟子？难道我国容不下他们吗？”文 年国师只能说到自己徒弟上不了台面，所以已经自动放弃考试了。洛威当然知道国师的弟子都哪去了，但是他也要必须装作不知道，而且还要狠狠的嘲讽国师一番。此时的国师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自己吃，而且还要装作非常卑微。等洛威走后，国师被气得咬牙切齿，他心想这一切都是林科造成的。随后另一个计划已经在他心中产生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春风楼，地面上摆着无数的酒坛。此时的林科正在被别人喂酒，他现在只想醉生梦死。但韩香可就郁闷了，因为林科来到这里已经七天了，每天都在喝酒，而且什么话都不说。忽然巨鸡和根硕跑了进来，他。 他俩是来找林柯求救的，因为他们一个考了倒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二。闻言，林柯都无语了。他现在真心不想再搭理这俩卧龙凤雏，但两个人还在哭唧唧不停，述说着各种借口。这个男人天生爱做白日梦，只有他才能诠释什么叫放走小鱼却炸了整片池塘。就在林柯得知今年恩科前三席都是国子监的人后，他立马想到先前和洛威的赌约，那就是让恩科上所有国师的弟子都落败，就可以得到皇太后几天。于是林柯仰天长笑，接着他不自主的喊出皇太后的名字。闻言，根硕大惊，他隐约意识到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根硕才想开口劝阻林柯，可不料却被狙击的一击。 一铁拳打断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想再和这个疯子一起吃锅烙了。而林柯根本不在意他们的反应，他现在一心只想找到皇太后。就在林柯走到半路时，女扮男装的国师却拦住了林柯。现在的林柯见到他就来气，竟弄一些奇怪的女鬼来折磨他。不料这次女扮男装的国师却非常谦卑，并且诚心诚意的对林柯道起了歉。但林柯并不接受他的道歉，三番五次被欺骗，任凭是谁也不能轻易的接受这样的道歉。突然，国师一把抓住了林柯，他表示只要林柯能帮助他一起对付洛薇，那么洛薇能给他的，他自然也可以，并且还要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林柯。闻言，林柯露出一脸。 不屑的表情，因为在他的意识里，他马上就可以得到整片鱼塘，谁会在意眼前的这条玩鬼的小鱼？接着他又幻想起得到整片鱼塘甜美的场面，于是林科越想越激动。面对眼前坏他好事的国师，林科对他就是一顿鄙夷，接着贬低他的话语便滔滔不断。闻言，国师一下瘫软在地上，他此生也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太后寝宫，然而这里却是空无一人。这时，一个老太监出来对林科说道：“娘娘昨天回宗门了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”闻言，林科先是闭眼冷笑了一声，接着他便转头就跑。林科此时想找回方才迷路的小鱼，可事与愿违，国师已经被 刚才林柯恶毒的话语气哭了，在他心里，从今日起便要与林柯不死不休。任凭在后追赶的林柯怎么呼喊他，他再也不想搭理这个伤他心的男人了。此时的林柯简直就是要被气炸了，他也没料到竟然一条鱼都没有得到。忽然老太监再次出现，他对林柯说道：“陛下在御花园设下庆功宴，特命奴才请您前去。”突然林柯反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？”老太监不慌不忙的回道：“是陛下说的，若您不在统领府，那么就一定会在太后寝殿。”闻言林柯才意识到自己是被洛威耍了，他一定安排他的母后提前回了宗门。这时林柯怒火再次燃起，他心想这次一定让洛薇付出代价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皇宫。 宫后花园，平阳王正在对洛威拍着马屁，而洛威也是被拍得非常享受。在两人一顿商业互吹后，平阳王终于不好意思了，于是他把矛头指向了林柯，表示一切都是林柯的功劳。忽然，台下一个不合群的声音响起，此人表示压根就不惧国师的弟子，而林统领打压国师的弟子实属小人也。但根硕与巨鸡听了此人的话却不愿意了，两人一起鄙视他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可不料这个人直接反击到你们两个竟然是林统领特训过的人，那么你们在这次恩科中排第几名呢？就这一句话，可把根硕与巨鸡怼得哑口无言。还好这时平阳王过来解围，但刚才那人却是不依不饶，在他。 心里林科压根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人，但他殊不知林科可是个记仇的主。此时的林科已经来到了两人背后，这是我见过世界上最神奇的刺水枪，只要是被水枪刺到，那么就立马要化身成妹子。而这只是林科这个老六报复人的常规手段。就在刚刚不久前，恩科状元在庆功宴上对林科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就是一顿鄙夷。他本以为林科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，在他背后说一些坏话没什么大不了，可他殊不知林科在他背后早已经听了个七七八八。但林科却装作没听见。洛威见到林科来了，立马开心的打起了招呼，完全没有女王的架子。状元见状，突然内心有一些心虚，而林科却。 装作无视了他，林科只是问道，洛威此人就是恩科的状元。”洛威自然是知道林科的本事，肯定听到了所有。他怕林科发飙不好收场，于是立马表示要亲自收拾这个状元。但林科却阻止了他，因为林科已经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。林科表面上开口说道：“状元一表人才，与平阳郡主倒是很般配。”但却偷偷传音给洛威，将此人入赘给郡主，而且是必须答应的那种。闻言，洛威心中起了波澜。他本以为林科和郡主的那些传言都是真的，如今看来一定是错怪了他。想到这里，洛威自然是同意了林科的建议，而且还是百利而无一害。但郡主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，他也没有想到。 林科居然这么狠，不想娶自己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把自己嫁给别人。但陛下已经开了金口，自己又不能不答应。于是郡主无奈，也只能答应了这桩婚事。可是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道，林科早已经发现了这个状元其实是女扮男装。此时的平阳王已经乐开了花，一个劲的谢陛下赐婚。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同贺喜这个平阳郡主，而平阳郡主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可她殊不知自己未来的老公是个女人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所有的官员都纷纷告退。洛薇偷瞄了一眼林科，接着他便对林公公说到移家御书房休息。见状，林科一言不发，他只是慢慢跟上了洛薇。林科。 林自然是知道刚才洛威的那一个眼神代表了什么，但是他们却殊不知暗处还一个状元在跟着。此时的状元内心非常着急，他本来实属无奈才参加了恩科，但如今却多了一桩婚事。他想找到林科的把柄，逼着他让陛下收回赐婚。片刻后，他发现林科只是在那傻站着，而且还是非常开心的那种，这更坚定了他内心的想法，此人一定是在这里做坏事。接着，状元便一个箭步上前，抓住了林科的肩膀，他大喊道：“你胆敢在这里偷窥！”可下一秒回答他的却是一击水枪。此时的状元内心已经崩溃了，接着嚎叫声便响彻了整个皇宫。变成女人的状元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你竟然敢在这里玩！” 水枪，但是林柯却是不慌不忙，他表示我只是在给陛下望风而已。可惊吓过度的状元哪里会信他的鬼话？这里暗哨无数，哪里需要你来望风？闻言，林柯也表示无奈。接着他便说道：“自从有了我之后，这里所有的侍卫都下岗了。被欺负的状元又怎么会放过眼前这个无耻之人？他现在就要去洛威那里参此人一本。”但就在这时，御书房的房门却突然开启，接着扭扭捏捏,捏的洛威便走了出来。洛威问道：“非要穿成这样吗？”但下一秒，几个人就愣在了原地。还是洛威反应最快，接着便立马黑化。咱也不知道洛威刚才想到了什么，但是他现在只想弄死林柯这个混蛋。传闻古代有一种极为可。怕。 怕的刑法，那就是皇家大师一术。只要中了此术之人，不仅会丧失记忆，还会变成白痴。而可以使用此术之人，必须是极其凶狠且吃醋的女人。面对这样的女人，林科也是被吓得急忙解释。他急忙对洛威说道：“这个丫头女扮男装还跟踪我们，所以我才想试探一下她想做什么。”这时醒来的状元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呀！他立马下跪说道：“求陛下救命！草民原名叫黄燕，是竹山郡人士。竹山郡守鱼肉百姓，无恶不作。草民本想进京求助，但不曾想竟中了状元。”闻言，洛薇满脸黑线，她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事。随即她吩咐到：“林柯，拿着虎符去一趟。” 竹山郡，黄燕见状立马开心谢恩，并表示以后誓死效忠陛下。可不料洛威立马变脸，他凶狠的说道：“擅闯御书房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但朕还有一种更神秘的秘法，不知道你甘心情愿受之否？”黄燕闻言直接回到臣愿意。”不出意外，洛威再一次掏出了凶狠的大棒。一段不可描述的画面过后，洛威对林柯说道：“你挑的衣服我也穿了，户外的活动也完成了，咱们的赌约已经两清。”闻言，林柯如遭雷劈，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，完全不对劲。但洛威可不管他，直接丢出了虎符，让他赶紧去办正事。最后，洛威说到：“这次的事你要办得漂亮，我还可以考虑答应你一个要求。”随后。 然后，洛威便猛地关上了房门，只留下呆呆的林柯在门外。林柯不甘心地叹了一口气，他心想这次就算了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但是吃个小甜点还是可以的吧。林柯坏笑地看向昏迷的黄燕，他准备给黄燕换一身衣服，毕竟他现在全身已经不干净了。画面一转，一辆无人驾驶的马车冲出了皇城。黄燕在昏迷中缓缓醒来，她现在只觉得头疼欲裂，并且有些失忆。这时林柯说道：“黄骏马，你醒了呀？看来手术很成功啊。”黄燕见到眼前这个猥琐的人，立马问道：“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还有我原来的衣服呢？”不要脸的林柯回到：“你的衣服自然是我换的，还有买衣服一共三十两银子，待会付一下。”闻言。 黄燕立马暴怒，他现在想手撕了林科，可不料林科立马说道：“黄燕，你身犯欺君之罪，还敢袭击钦差大臣？难道你想被株连九族不成？”见状，黄燕先是一愣，随后他说道：“林大人，我错了。其实我也是苦命之人，所以才不得不欺君。”可不成想，林科对此事不依不饶，他对黄燕讲解起事情，如果败露了，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。这可把黄燕吓得够呛，他急忙跪下求林科放过他。林科见他想要的效果已经达成，随即变脸说道：“有事好说，你先把嘴巴张开。”黄燕虽然不解，但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巴。林科用手指沾了沾他的口水，随后打开了信封，他宣布了落。 对他的委任函，又说到这次他也会帮助黄燕的。闻言，黄燕开心不已。他说道：“多谢琳琅大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来世一定。”可还没有等到黄燕说完，林柯就打断了他：“什么下辈子来世的，不如此地此刻如何？”闻言，黄燕可就为难了。他急忙说道：“陛下已经赐婚了，我该怎么和郡主那边解释呢？”可不料林柯早有准备，他先开了车帘，随即说道：“他你不用解释了，因为他也来陪我了。”此时的郡主最为开心，因为这件事他又可以跑出来疯了。至于什么赐婚驸马什么的，他完全就没放在心里。男主面临的危机再次升级，鬼宗又派来了强大的美女送货上门。可这位美女殊不知她的。 小师妹此时已经得了抑郁症，女扮男装的国师每天都在借酒消愁，他是彻底被林科弄郁闷了。忽然，他的背后开启了传送门，原来是他的师姐从远处赶来帮他。国师突然来了精神，抑郁症仿佛一下就被治好了。他一下扑进师姐怀中，开始撒娇，而他的师姐也是非常享受。他对这个小师妹从小就是宠爱至极。他这次安排了顶级杀手在暗中埋伏林科，一定要让林柯十死无生。与此同时，林柯正在马车里狂嗨，现在的马车就是在无人驾驶，因为林科玩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，就连郡主也忍不住一同加入了狂欢。等待事后，林柯才发现好像有些不对，因为人都在车里那么。 是谁在驾驶？闻言，三个人都是满脸黑线，一同无语。现在的马车是真正的在自由驰骋。林科脸爆青筋的瞪着黑马，而黑马却是满脸不屑。还好黄燕一眼认出他们偏离的路线并不是很远，穿过这座荒地，继续向西就能到竹山城了。太阳西沉，林科本来应该投宿的客栈门前树丛在哗哗作响，几个黑衣人迷茫的蹲在这里，他们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也未见林科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竹山城破旧的街区，街区里满目疮痍，人们都被饿得骨瘦如柴，他们基本都是在靠乞讨度日。此时林科正在盯着一个卖粮的美女观看，只不过这家伙的关注点不是粮食，而美女也被林科。 柯丁的直发毛，这家伙又不买粮食又不说话，到底要干嘛？林柯只是一个劲的摇头，表示对方太没诚意了，一点都不低。闻言，卖粮美女怒了：“我这粮食价都快白送了，你还要低？你是来找茬的吧？谁不知道老娘的粮食物美价廉，已经是竹山城最低的了。”忽然，黄燕怒怼到：“你们这群奸商囤粮居起，百姓们都要快饿死了。”郡主也接话说到，我爹最恨奸商了，我要告诉我爹把你们都抓起来。”闻言，对方也怒了，几个大汉操起武器就要教训这俩女人，他们二话不说就把郡主和黄燕包围了起来，其中一人还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，可下一秒他就被一击重击打吐，原来是黄燕先动的腿。 嘴上还喊着要给百姓除害等话语，郡主也是没闲着，长鞭抽的对方是人仰马翻。只是几个呼吸间，一群大汉就被两个妹子全部撂倒。黄燕更是表示自己没打够，她能自己打二十个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。就在两女打得不可开交之时，他们却发现林柯没了踪影。原来这小子趁乱偷袭了奸商首领，只用三秒就解决了战斗，这可把黄燕羡慕的不要不要的。可奸商首领却表示自己很委屈，因为他只是个跑腿的，而林柯却不听他的解释，只管下黑手。奸商首领威胁到林柯一定会遭到报复的，但林柯却对此不屑一顾，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奸商首领，什么报。 报不报复的他压根没放在心上。林科一时兴起对百姓说道：“今天所有的粮食都免费发放，一切都有林公子买单。”见状，百姓顿时欢呼了起来，都称林科是老天爷派下来拯救他们的。但奸商首领可就不干了，他威胁到林科：“第一批反抗郡守的人明天就要被问斩，如果他们敢坏大人好事，那么下一批要被斩首的就是他们。”闻言，黄燕慌了，因为秋后问斩的事现在却提前了。黄燕转身就走，他现在彻底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林科见状，只好和郡主说道，跟上去看看。”画面一转，来到了黄燕家里，郡主率先推开了院门，一个老妇人直接喊道，黄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平儿他已经。” 那个了，你可不要再出事啊！闻言，黄燕却非常淡定，她回到没关系的阿妈，这位是来救我们的钦差大使，弟弟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忽然，一只板斧飞向了林科，还好林科手疾眼快接住了斧子，他感受到这力度竟然是五进武者丢出来的，没想到这乡野之中还有如此高手。黄燕见状，立马挡在林科身前，他喊道：“葵叔，他们不是坏人，而是我带回来的救兵。”这时，几个大汉已经包围了林科和郡主，他们在得知林科是当官的后，更是抵触，都扬言让林科马上滚蛋。闻言，林柯却罕见的没有发飙，好言好语的对那些人解释自己是来帮他们的，但这个葵叔却不买账，他表示竹山城的事他。 他们自己会解决的。待他突破后，取郡守的狗头犹如探囊取物，何须假外人之手？林柯见此人既是半步六境高手，又如此不知好歹，他对魁叔说道：“既然阁下如此自信，那么在下便不再打扰了。”说完，他抱着郡主就飞向了后山。这可把黄燕急得够呛，他对魁叔怒喊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了见到陛下，付出了多少艰辛，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”闻言，魁叔却表示：“他们是江湖中人，和朝廷勾结在一起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你弟弟黄平，我们一定会救出来的。对了，刚才那个朝廷的走狗，可是从后门翻墙走的？”闻言，两个小弟回到，好像是的。”突然，一股爆炸声掺杂着烟雾涌,涌进了院。 中原来是朝廷的官兵攻进来了，他们声称奉命来捉拿黄龙镖局的叛贼。这时，奎叔认定一定是林科传的信，所以官兵才能这么快的找到他们。但黄燕却表示不可能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大胖子郡守说道：“黄奎、黄燕，你们黄龙镖局上上下下今天都要死。既然敢来抢我的粮食，那么就要付出代价。”闻言，黄奎怒怼道：“张之峰，你囤积粮食，哄抬物价，皇上已经知道了，你得意不了几天了。”可谁料这个胖子郡守压根不怕，他表示自己背后的势力并不比皇上弱。说完，郡守便吩咐官兵拿下这些人，明天一起问斩。就在郡守话语才落，黄龙镖局的众人同时也冲向了官兵。这个。 带球猛踢瘸子的郡主，上一秒还在疯狂输出，可下一秒却变成温顺的小猫咪，<laughs> 对瘸子那是百般的讨好。原来就在刚刚不久，瘸子张郡守带官兵包围了黄燕等人，两伙人一言不合就火拼了起来。可林科带着郡主却在远处看好戏，郡主看的那是非常的着急，以他的火爆性格，马上就想上去帮忙，但林科却拦住了他，只是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就浇灭了郡主的火气，还把郡主弄得满脸娇羞。林科表示安静在这里看戏就行。那个黄魁修为不低，想要轻松拿下他未必那么容易，何况你在看那个张郡守，他身上有股淡淡的妖气，两伙人都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。 就在林科话语才落，黄奎使出了狂狮天罡的绝技，只是一击，所有的官兵都被他的绝技一一击倒。见状，黄奎大喊所有人撤退，显然他想以一己之力掩护大家撤退。但是张俊守和他的两个护卫却在这一击里安然无恙。张俊守此时已经被气得愤怒不已，两大护卫更是被吓得跪地求罚。现在护卫的面部已经显现出妖纹，他们表示黄奎强行消耗精血释放罡气，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，马上就可以拿下。闻言，张俊守却说道：“算了，我没事，但你们都是种下妖种的人，若是妖王的事出现什么纰漏，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”忽然，远处传来了什么后果的问话。 张郡守猛然回头就想开口咒骂，只见林柯站在两大护卫身上，嘴上还说着妖王他非常熟，只不过见他就跑而已。尤其是母妖王。张郡守见状先是一惊，随后他想也不想的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跑，嘴上还说着妖王是不会放过你的话。这可把林柯弄得满脸冷汗。他并不是怕妖王，只是没想到一个瘸子竟然跑得比他还快。但他更没有想到比他快的还有郡主。郡主一个闪现就挡在了张郡守逃跑的路线上，他一个眼神就定住了张郡守。还没有等张郡守反应过来，郡主的一击飞脚就踢向了他的面门。这一脚连张郡守的门牙都踢下来了几颗。张郡守此时知道。 大势已去，马上吩咐众人释放妖种反击。但林柯早就有准备，他让郡主在院外等他，自己却冲向了释放妖种的三人。现在释放完妖种的三人以为可以吃定林柯，一个劲的对林柯破口大骂。显然林柯对这种妖人完全不惧，他现在已经分析出原来这些人是被木系妖控制了，而木系妖天生贪食又不喜动，所以才出现了竹山城的粮食危机。查明真相的林柯突然手掌上升起火焰，他随手就甩出了一束火焰。由于火克木，所以林柯想以这种简单的方式结束这场闹剧。悲催的三人只能在火焰中疯狂蹦迪，只跳了半炷香的时间，三个人就变成了三。 颗绿色的玻璃球，好奇的郡主见此球非常喜欢，还想从林科那里讨要过来，并让他多弄点穿成串儿用来盘。林科说道：“这球是木妖用来控制人的惯用手段，你还要吗？”闻言，郡主满脸怒火，他恨这妖误祸乱离国，更恨这球不能让他用来玩。突然，林科想到了一个摧毁木妖的好办法，他想使用易容术变成张郡守，这样就可以回到郡首府查明幕后真凶。见状，郡主推着变成张郡守的林科就走，此时的他也不在意林科的丑陋样貌了。 这个男人才是小偷中的绝对王者。他本想来郡首府偷个账本而已，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美女送货上门。这骚操作可把郡主彻底弄懵逼了。原来就在刚刚不久，林科灭了郡守后，他幻化成了郡守的样貌，要和郡主准备回去查查植物妖的底细。不得不说，林科的变化手段真是可以，就连守卫都没有认出他，甚至都没有怀疑为何只有他自己回来。林科回到郡首府就吩咐道下人，让管家带账本来找他。此时下人也没有质疑他为何要看账本，急忙回到室。随后林科又喊出了府里所有的下人，他开始挨个排查这些人的体内有没有妖气。但很可惜，这些人都是正常人。接着林 林柯和郡主又跑到书房里排查线索。林柯敢肯定，他这辈子也没看过这么多的书。忽然，书房的门被人推开，随后一个女人喊道：“老爷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那些来捣乱的人，你都收拾掉了吗？”忽然，这个女人睁大了眼睛，她手指郡主喊道：“你，你是……显然她是认识郡主的，但是她并不知道郡主的名字，只能在那里一直磕巴。此时的林柯也被吓得够呛，他也没有想到郡首府的管家居然是这个女人。忽然，这个女人扑到林柯的怀中，她撒娇的说道：“老爷，你真坏，那些人你收拾掉了就算了，为何还要带回他们的女人？难道你不爱奴家了吗？” 此时，郡主已经被这个女人的脑补能力弄懵逼了，而林柯更是满脸汗颜。 他也没有想到这个死胖子的身体还有这样的魅力。忽然，女人开始发飙，她随手就丢掉了账本。接着，她说到那个账本上的信息都是错误的，只有奴家这里才是真正的账本。老爷，你到底要不要看呢？闻言，林科露出了猥琐的表情。他也没有想到，居然还有第二次。就连郡主见状也是满脸害羞。于是就这样三秒钟无言。随后，两个女人已经睡着了。林科偷摸拿起账本，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原来这个账本是真的。不久后，林科合上了账本，他现在已经彻底明白了。原来郡守囤积粮食并不是像黄燕说的那样要涨价，而是暗中送进了天牢，献给了那个植物妖。忽然，林科恢复了原来的样貌，他现在已经。 没必要再隐藏身份了。林科分析出，不光是粮食，看来那些犯人也给植物妖当成了血食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天牢教场，一个小令正在宣判这些人的罪行，就连随地吐痰都要判以死刑。闻言，黄平又吐了一口，他表示自己以后做鬼也不会放过这些狗官的。突然，一个大汉一脚踹向了黄平，弱小的黄平顿时就被踹得口吐西瓜汁。此时教场外的黄燕等人都是满腔怒火。随后，黄奎一拳就打烂了教场的护栏，他想自己来吸引官兵，让黄燕去救人。不得不说，黄奎是个真男人，他为了救人自己吸引兵力而不顾死活。官兵见状，自然是不会放过他的，他们才想上去制服黄奎。 忽然一股爆炸的冲击波就横扫了全场，黄奎顿时就被吓得愣在了原地。随后两个人扶着黄平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出来。他们说到好像已经有人帮他们吸引了兵力。另一面林科一拳一个小朋友的打的官兵满天飞。林科嘴上喊着他是钦差大人，然而他打官兵却是毫不留情。见状黄燕惊呼出声是琳琅和郡主。闻言林科也打起了招呼黄郡马别来无恙啊。随后郡主也说道，夫君你也在这呢。现场除了黄燕的表情比较正常，其他人都懵逼了。三个人是怎么喊出四个称谓的？还是黄平反应比较快，他一下就猜出他的姐姐肯定和这两个人有着复杂的关系。你敢相信吗？ 这对奶凶奶凶的小萝莉竟然是劫匪，而且他们在打劫前必须要内讧一下。如果你大意了，那么你将陷入他们的圈套。事情还要从林科扰乱刑场说起。他嘴上说着自己是钦差大臣，可他打官兵却是最狠的一个。伪装成官员的植物妖终于忍不住了。现在他终于知道自己的妖兵是怎么没的了。可这恰巧也中了林科的诡计。原来先前被打飞的官兵都是妖兵。林科正是想以这种办法逼出幕后主谋。穷凶极恶的植物妖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吩咐到所有的妖兵一同灭了林柯。忽然，林柯手指间生出一道火焰，接着他便向妖兵甩了出去。这火焰可不是正常的火焰。 这可是林柯的至阳精火，能焚尽一切邪祟。所有的妖兵就这样被烧成了灰烬。郡主见对方如此不知死活，只是冷哼了一声。一群小嘎嘎还想动我的琳琅，现在的黄奎真是欲哭无泪。他心想，早知道林柯有如此实力，何必自己强行释放罡气，断了武道前程？与此同时，植物妖已经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以他的修为，根本不是眼前之人的对手。于是他开始求饶，他表示自己只是奉青木宗的命令行事，还请林柯手下留妖。闻言，林柯好奇地问道为：“为何青木宗要祸乱竹山郡？为何静云庵、差女宗，还有你们宗门都要祸乱一个凡俗的国度？”植物妖只好解释。 道传闻离国宝库中有一件至宝，但国都都有国运镇压，修士进入不得，所以众仙门只好想办法削弱离国的国运。闻言，林柯更是满脸疑惑，因为他从来未感受到什么宝物的气息。或许洛薇那小妮子真的有什么秘密在隐瞒我，这下我要回去好好的审问审问她。我看是我的鞭子硬还是她的嘴硬。植物妖见林柯在那一直不说话，还以为林柯放过她了，于是她向林柯道谢后就想走。忽然，林柯伸出了他的大手，同时喊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你了？”接着，林柯便一掌拍到了植物妖的头上，刹那间，植物妖就变成了绿色的珠子。与此同时，大地上一股绿色的妖气突然升起，而这绿色的妖气。 马上就幻化成无数的藤蔓，只要接触到的人立马就被缠绕了起来。随着藤蔓数量的增加，甚至都威胁到了黄燕等人。面对这样的危机，林科却是不以为然，因为他已经感受到植物妖的本体正是在这地下。突然间，大地再次一变，一个类似肉球的东西从土地中飞出。原来植物妖的本体正是太岁，他放出狠话要吃了林科，但马上就被一道红色的火焰洞穿了身体。而这红色的火焰正是林科发出的。林科表示：“你连个女妖都不是，我也懒得与你浪费时间。”黄燕等人见状都傻在了原地，黄奎更是问出林科是什么修为。闻言，林科只是简单的说出二境巅峰四个字。 众人瞬间全部哑口无言。接着，黄奎带领众人下跪道歉，恳请林科饶恕他们先前不敬之罪。林科只是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你们站起来。”黄燕跪下，这时黄燕可就慌了，他急忙问道：“林科可是又有急事？现在可是在外面啊？”黄燕的这句话可把林科弄尴尬了，他急忙掏出圣旨朗读了起来，大概意思就是黄燕为竹山郡铲,铲除祸害有功，赏黄燕为郡守，在此造福百姓，还有以后不得入皇城。听完圣旨，黄燕马上谢恩，并表示以后再也不去皇城了。第二天，林科带着郡主开始返程，只不过郡主的心情并不是很好，他说道：“自己的驸马就这样没了，都还没玩够呢。” 可林柯却说到黄燕女扮男装欺骗陛下，这样的结果现在已经很好了。闻言，郡主却说道：“陛下不让黄燕回京城，不还是防着你吗？”忽然，前方窜出了两只小萝莉，挡住了林柯。绿毛小萝莉张口就是娘西皮，圣女说：“你们一盏茶的时间就到，但是你们居然走了五天才到，你们是爬来的吗？”这时，蓝毛小萝莉直接反驳道：“这是返程的路，明显是我们在五天前错过了他们。”于是就这样，两只奶凶奶凶的小萝莉吵了起来，双方那是谁也不服谁。林柯只能把他们当成弱智，绕过了他们继续赶路。可林柯却没注意到，此时的小萝莉已经露出了奸诈的表情，一根绳子已经被她握在了手中。 突然，小萝莉拉动了绳子。 有见过坑爹的，那有谁见过坑妈的？两只小萝莉居然想让林科做他们的父亲，可他们先前还奉自己母亲的命令捉拿林科，但他们的智商好像有些问题，居然开始内讧了。林科直接无视了他们，可他殊不知两只小萝莉已经提前设下了陷阱，但这陷阱对于林科也只是个摆设。林科猛地一勒马绳，只见那骏马驮着林科与郡主一下就飞了过去。见状，两只小萝莉都惊呆了，他俩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接着，两只小萝莉像疯了一样追赶着林科，可他们居然忘记了自己挖的陷阱。只听扑通一声，两只小萝莉就这样消失了。听见声音的郡主回头望去，满脸疑惑，他问道林科。 这两个是什么人？好像是刺客，然而又不像。闻言，林柯表示他对小孩子没有兴趣，尤其还是别人的御鬼。可郡主完全不相信林柯的鬼话，他只认为对方是小孩子，并不是鬼物。可下一秒，郡主就发现他错怪林柯了。那陷阱中顿时就喷出了两道鬼影，而这两道鬼影马上融合在了一起，形成了困阵。顿时间，困阵中烟雾缭绕。等待烟雾慢慢消去后，一个极其妖艳的女子走了出来，她嘴里喃喃的抱怨道：“在这里晒了五天，皮肤都不好了。”随后，她一把捏碎了化妆镜，更是愤怒的表示：“就因为自己在宗门里没背景，所以才像白痴一样被师姐使唤。”忽然，林柯掏出了一瓶神秘的液体，他开始做。 做上广告了。林科表示这瓶是大宝，原料取于三百年的单身男性身体中，只需一滴就可以紧致皮肤，从此告别暗黄枯燥。闻言，妖艳女子顿时眼冒金星，她急忙问道在哪里可以购买到？忽然，林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。林科表示这是非卖品，现在有体验装可以试用，你要不要现在试试呢？这时，妖艳女子已经慌了，她慌的并不是林科的虎狼之词，而是林科居然挣脱了她的困阵。妖艳女子猛然退去，与林科拉开了距离。随后，两只小萝莉再次现身，她们一起喊道：“休想伤害到我妈妈！”随后，两只小萝莉释放自己的鬼气，冲向了林科。然而，林科却出乎意外的说道：“好 可爱的小孩子，不过你们不要误会了，在下只是想抱抱你们的妈妈罢了。接着林科便释放出护盾挡住了小萝莉的攻击，可两只小萝莉哪里是林科的对手？只听砰砰两声，他俩被反弹之力震飞了出去。这次林科居然没有击杀身为鬼物的他们，难道是爱屋及乌吗？两只小萝莉见到自己没有受伤，顿时可开心坏了。他们回头对妖艳女子说道：“让他做我们的爸爸好不好？”闻言，妖艳女子满脸黑线，她愤怒地喊道：“你们在那里胡说什么？还不赶快回来！”此时的妖艳女子表示回去一定要从新开个小号。这两丫头失恋废了。见状，林科也是一脸无奈，他说道：“童言无忌，何不顺从孩子的心意？” 给他们一个完整的童年不好吗？但妖艳女子却不买账，她坦白道：“这两丫头是鬼物幻化而成，并没有什么父母。”此时的林柯化身为曹贼，他说道：“原来不是人妻啊，那我对你没兴趣，你走吧。”只见妖艳女子哦了一声，她下意识的转身就想走，可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被林柯耍了。接着他对林柯就是一顿咆哮。妖艳女子表示自己乃是差女宗的执法长老，久经后天圆满的实力，在差女宗没有不怕他月流英的人。可林柯却不以为然，他在这时居然开始背上了九九乘法表，看得月流英都懵逼了。他狐疑的问道：“林柯在干什么？”林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他说道：“我在算你与我。” 的实力差距是多少？我现在是准圣。都说爱撒娇的女人命最好，我看并不然。林科为了不干人事，竟然迷晕了对他百媚千娇的韩香姑娘。林科才回京城，竟然被人认为是个大变态，只因他在马路中间当众蹲坑。随后他又跑到春风楼找韩香姑娘叙酒，可不曾想又有人来捣乱，说什么都要查询林科的户籍，如果没有就要关押他。但林科哪里有那个鬼东西？他怀疑到对方一定是哪个宗门派来的奸细，来到这里故意找他麻烦。林科随手就丢出酒杯想试探一下对方，果然这个刘大人武功不浅，一刀就挡住了酒杯，嘴上还问道：“难道阁下也是宗门的弟子？”其实林科的。 酒杯中早就被他放入了迷药，他现在可不想再惹任何麻烦了。随着酒水的挥发，很多人顿时就被迷晕，就连韩香也没有放过。但这个刘大人却没事。接着他自报家门，声称他是禁欲宗的刘天然。随后他问到林柯是何门何派，可不料林柯上来就是一拳。他说道青木宗。其实林柯是想让两个门派结仇，没想到刘天然却说他们两个门派是盟友。但林柯哪里会管这些，还是一拳轰了上去。接着林柯坏笑的表示道歉，声称自己忘记了两派是盟友。不知道你调查的怎么样，有什么线索？现在的林柯就是想套路这个刘天然。不过这个刘天然也是傻的可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打。 懵了，他对林柯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。他对林柯说道：“根据他的调查，当今女帝的祖先曾与飞升的圣人有过交集，所以那时圣人送过他们一件至宝镇守国库。”闻言，林柯问道：“你可进入国库调查过？”不料这个刘天然顿时好像发狂了一样，他嘴里说到：“那个国库太邪门了，只要自己一靠近那里，就被一股压力震得浑身发抖。看来不灭了当今女帝，毁掉龙器，任何人是不可能进入国库了。”突然，刘天然又吃了林柯的一拳，他都被林柯打哭了。他问道：“为何又要打他？”林柯愤怒的说道：“就是看你们门派不爽，尤其是那个鬼名字。”林柯是越说越生气，直接骑到刘天然身上一顿输出。无 论他怎么求饶，林科也是不管不顾。等到打累了，林科才抱起韩香走了出去。他在出门时说到：“宝库必须是他们青木宗的，所以我才会揍你。”不得不说，林柯这个栽赃嫁祸是真的溜，气得刘天然趴在地上一顿嚎叫。他喊道：“这件事他一定会上报宗门的。”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统领府。林柯说到：“日行一善，浑身舒爽。”但韩香姑娘却是满脸懵逼，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统领府。这时林柯解释道：“是那个刘大人迷晕了你们，然后我就把你带回了我家，为你治疗。若我不使出浑身解数，你能这么快醒来吗？”现在韩香想哭的心都有了，她疑惑地问道：“难道你就不能把我送到医馆吗？”但林柯却装作听不到，气得 檀香姑娘想手撕了林柯，不过她没有这个机会。陛下已经派人来喊林柯去上早朝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皇宫大殿。现在已经是早朝时间。洛云问道：“众爱卿可有事上奏？”这时，一个官员禀报道：“最近皇城禁止一切晚上的娱乐活动，弄得所有百姓怨声载道。此事还请陛下三思。”闻言，洛云回到：“我还以为这样会让京城百姓太平，没想到事情竟然会闹成这样。看来我欠考虑了。我马上就让礼部官员改了这条规定。”忽然被打成猪头的刘大人喊道：“陛下不可！这样道德败坏、瓦解人意志的东西不可取。臣昨天还看到有朝廷大人犯了规定，臣出手制止，还被打成了这样。”闻言。 洛云有些怒了，他问道：“是谁这么大胆敢打你？难道朕颁布的规定也有人敢不遵守？”刘天然以为找到了靠山，他直接指向了林科，喊道：“此人正是林统领。”可是林科却在那里装傻充愣，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洛云现在心里都恨死林科了，回来的第一天竟然不来看他，还到处鬼混。但洛云嘴上还得为林科开脱，他说的：“朕派他出去办事，今早才回来，想必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。”林科也开始顺杆爬，说到：“刘大人一定是认错人了。再说了，你可有证人？凡事都要讲证据的,的，的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啊。”刘天然现在怎么会听不出是陛下在故意袒护林科？于是他心生一计，一定要让陛下对他。 失去信任。接着，刘天然说道：“启禀陛下，臣还查到了一条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灵统领是青木宗的人，他们一定是来京城或乱朝纲的。”众人闻言顿时炸开了锅，对林柯就是一顿口诛笔伐。几个重要的大臣也表示，确实青木宗和我离国作对，千万不可放过青木宗的任何人。谁说古代没有视频通话的？林柯就在蹲坑时开启了直播功能，气得两只小萝莉顿时就炸了毛，就连茅厕也一同遭了殃，瞬间就被炸得四分五裂。然而最悲催的是，这个茅厕居然在大街中央，路上的行人见他都以为遇到了大变态。至于这个视频通话的法宝，其实本体就是两只小萝莉。 先前月流英被林柯耍的团团转，在忍无可忍时，他终于出了手。他一击三千月营长攻了出去。见状，林柯单手掐诀，他释放出纯阳金火，化成了火凤凰。林柯单手一指伸向了三千月营长，只听火凤凰一声长鸣，冲向了对方。顿时间，两股庞大的能量就对撞在一起。突然，月流英败下了阵。他不解的问道：“林柯为何会这么强？七境以上的强者在京城里都会被压制的，但你为何却可以出入自由，不会被压制？”闻言，林柯回到：“这是一个秘密，除非有好处才告诉你。”此时，月流英也相信了林柯的鬼话。他说道，先前你看到的国师乃是姹女宗的圣女，正是她派我。” 来对付你的。如果你告诉我可以自由进入京城的秘密，我可以帮你对付他。闻言，林柯摇了摇头，接着说道：“以我的实力，何须需要你的帮助？”月流英突然冷哼了一声：“圣女手中可有我们宗门的至宝？除非有我帮助，否则谁也找不到她的。更何况她还能调动其他的执法长老前来。”对于月流英的话，林柯有些不信，他问道：“月流英为何要帮助他对付自己宗门的人？”这时，月流英突然愤怒地回到我：“我从小就被圣女欺负，她什么都要和我争抢，到最后就连圣女之位也被她抢了去。我现在要报复圣女。”闻言，林柯突然来了兴趣，他忽悠到：“月流英先帮他对付圣女，才告诉他秘密。”可月流英这次压根不上。 他丢出两只耳坠，表示这是和他视频通话的法宝，必须要先见识一下林科的能力才行。见此，林科自然是开心的接受了他的法宝。随后，林科突然向月流英扑了上去，嘴上还说着“你我不妨一结金兰，这样就可以彼此互相信任了”。但林科却扑了一个空。月流英见林科不怀好意，顿时就跑了。现在的林科是满脸黑线，他现在想起还是自家的小洛云比较听话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京城内，林科看着手中的吊坠有些不解，他心想这个小东西怎么可能实现视频通话呢？而且月流英对我就这么放心吗？不怕我拿着法宝不还给他？林科想着想着就决定试一试，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。 两只小萝莉瞬间就被气走。忽然，远处传来了怒吼声，几个官兵喊道：“是谁在剧中拉屎？”这可把林科吓得提上裤子就跑，甚至就连纸都没有来得及用。画面一转，又来到了春风楼，双胞胎女子在翩翩起舞，又有两个双胞胎美女在陪同演奏，而林科却抱着韩香在甜言蜜语，对歌舞却是不理不睬。面对林科的甜言蜜语，韩香表示很为难。他说到：“最近新上任的礼部侍郎刘大人对我们整改，所以我们现在都从良了。”闻言，林科表示：“不给钱不就行了？”突然，一个人踹开了房门，他喊道：“是谁敢破坏范进？难道你们想坐牢不成？”这时，韩香卑微的说道：“刘大人这人是我的夫君。” 所以我们并没有犯禁，可这个刘大人却像小人得志一样，非要韩香说出林科的全名，因为他可以查阅全京城的户籍，只要一查就明白一切了。韩香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建国。”可谁料林科却摇了摇头。接着韩香又说到邦德、大朗、紫萱等各种名字，只见林科在那里一直摇头。这时刘大人对着林科说道：“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什么好人，来人去把刚才韩香说到名字的那些人也一同抓来。”现在林科可有些微怒了，他猜出这是有人想整他，于是他问道：“林大人，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？”当今女帝终于开窍了。由于林柯表现出色，洛威决定奖励他一波大的，可不成想就。<laughs> 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洛威的母后竟然从合欢宗回来了。林科的选择自然是临阵倒戈，他可是日日夜夜都想着这个太后呢。要想知道洛威要如何应对，那首先要从洛威为何奖励林科说起。当日早朝上，禁欲宗的刘天然自以为是的宣布林科乃是青木宗的卧底，闻言台下的众臣都信以为真，洛威女帝更是喊道：“假为何在？”就在洛威话语才落，严将军带着他的手下闯进了大殿，突然一只大手拍到林科的肩上，这只手居然是刘天然的。他对林科小声说道：“林大人，你不要怕，我早就派人把青木宗的信物藏到了你家，打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可林科却不以为然，他。 压根就不在意刘天然耍的小手段。就在这时，一把剑架,架在了刘天然的脖子上，居然是严将军出手了。刘天然被吓得都亚麻呆住了，他心想：这个严将军是不是傻？不抓林科抓我干嘛？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洛威居然喊到刘天然是挑拨离间的叛贼，要把他立马打入天牢。闻言，刘天然人都傻了，他喊道，自己是被冤枉的，陛下为何信任此人却不信任我？您只要派人去他家搜一下，肯定能找到我说的证据。可洛威懒得听他鬼扯。之所以洛威会如此的信任林科，那是因为两个人早就签订了契约，互相是不可能背叛的。接着，刘公公喊到退朝。刘天然现在都要被气死了。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突然，刘天然挣脱了严将军的控制，这逃跑的速度都把严将军吓傻了。但林柯的速度更快，刘天然这货居然用脸撞到了林柯的拳上，就连小虎牙都被撞掉了。林柯说道：“你玩够了吧？如果没玩够，我可以让你先跑半个小时。”闻言，刘天然冷哼了一声，他威胁到林柯：“如果不放了他，那么他们禁欲宗会灭了青木宗。”林柯心想这次可能抓了一条大鱼，于是他问到刘天然：“他在禁欲宗的身份是什么？”没想到刘天然这货真的说了，他说道：“我乃是宗主之子，如果你敢杀我，那么我爹肯定不会放过你。”这威胁的话可把林柯逗乐了，他回到：“你这么好用的工具，我怎么会杀你？” 接着林科吩咐到士兵把刘天然带下去，好吃好喝的把他养的白白胖胖的。刘天然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人质，从头到尾都被林科耍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女帝寝宫，林科这家伙居然是来邀功的，可洛威却装作一副高冷的姿态。洛威可不想给他什么奖励，但洛威又怎么会受得了林科的死磨硬泡？其实洛威也并不是不想奖励林科，只是因为他没事就沾花惹草，弄得自己很被动。忽然林科说道：“我找到能降服国师的办法了，估计以后必定会有一场恶战，我现在来帮你提升修为吧。”虽然洛薇知道林科是在说鬼话，但是她还是决定让林科开心一次。闻言，林科顿时结结。 的一顿坏笑，他以帮助洛薇提升修为的借口要给她检查身体，这可把洛薇吓得够呛。谁能想到平常霸气的女帝，现在居然变成了小女人？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道黑影出现，吓得林柯一个机灵，他回头喊道：“是谁？”突然房门开启，太后走了进来，她说道：“许久未见，难道你们把母后都忘了吗？”此时洛威都懵逼了，他狐疑的问道：“林雪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闻言，林雪艳回道：“事办完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不过我好像回来的不是时候。”这时林柯眼冒金星，他说道：“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难道之前的约定你忘记吗？”闻言，林雪艳直接扑到了林柯身上。林柯也没有想到林雪艳会这么信守承诺，但洛威可就不大。 淡定了，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抛弃了。化身人形暴龙的洛威一拳就打飞了林柯，他喊道：“你要不抓住国师，就别回来了。”此时在远处观戏的老太监乐此不疲，他感叹道：“林大人每次出宫的姿势都不同凡响，只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”刘天然竟然发出了禁欲宗的召集令，他现在只想与刹女宗和青木宗不死不休。至于为何又多了一个刹女宗，那还不是拜林柯所赐。先前林柯临阵倒戈，选择了洛威的母后，他认为成熟的女人更有味道，这可把洛威气得差点爆了。他一拳就送林柯上了西天，林柯这下可把西瓜和芝麻都丢了。他心想有机会一定要母女通。 吃好好的整治一下他们。就在林柯自言自语时，两只小萝莉跳了出来，她们嘴上一起喊着爸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可不料，她们换来的却是林柯的暴踢。林柯居然一时没有认出她们。忽然，两道鬼气掺杂着烟雾升起，等待烟雾散去后，两只小萝莉才变回原来的样貌。绿毛小萝莉急忙和林柯告状，她说道：“爸爸，我们被打了。林寒烟那婆娘身边有个高手在保护她，我们刚到就被发现了，然后就被打成猪头。”闻言，林柯狐疑的回到京城里，已经被龙气环绕，六境以上的都进不来，又怎么会有高手？这是蓝毛小萝莉补充道：“那人是寒月潭的，他们修的是肉身一派，所以龙气对他没用。爸爸，你一定。” 要为我们报仇啊！现在林柯更懵逼了，怎么又多出一个寒月潭？于是林柯问道：“小萝莉，寒月潭和差女宗又有什么关系？”接着蓝毛小萝莉急忙解释道：“爸爸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差女宗分为两个派系，一个是恶人谷，另一个就是寒月潭。我主人和林寒烟就是恶人谷一派。谁料林寒烟这么不要脸，竟然请出了寒月潭的人来帮忙。”闻言，林柯才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接着他便想到一个可以坑人的主意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京城天牢，刘天然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看来有人想我了，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。”见状，看守天牢的官兵让他老实点，不要在那里乱嘀咕。就在这时，一道。 紫色鬼气急速窜了进来，随后这道鬼气立马化身成绿毛小萝莉，她居然来天牢里敲闷棍。只听咚的一声，小萝莉一棍敲了下去，官兵甚至都来不及搞清状况，就这样昏了过去。这时蓝毛小萝莉也现身了，她喊道：“刘师弟何在？”刘天然虽然不认识这两只小萝莉，但是他认出他们是鬼物，于是刘天然断定是国师来救他了。接着他急忙喊道：“国师快救我，我有宝物相赠。”忽然一道紫光在空中划过，吓得刘天然差点尿了裤子。蓝毛小萝莉只是一剑就攻破了牢门，他霸气说道：“我们是攻守同盟，一切以圣人宝物优先，我差女宗自然也要出一份力。”此时刘天然已经被小萝莉。 的话感动哭了。他说道：“我就知道差女宗不会像青木宗那样背信弃义。”忽然，绿毛小萝莉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，我们离开这里再说。”接着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天牢爆炸了。两只化成鬼气的小萝莉驮着刘天然就跑。只是一瞬间，他们已经跑出了十万八千里。刘天然急忙对小萝莉道谢，随后他还想登门感谢国师，可不料小萝莉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反转。蓝毛小萝莉表示感谢就算了，你把你刚才说的宝物献出来就行。闻言，刘天然整个人都傻了，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。不过两只小萝莉可不会惯着他。绿毛小萝莉喊道：“你不打听打听，国师座下的鬼物是那么好相处的吗？” 接着便听到刘天然痛苦的惨叫声不断，随后两只小萝莉便匆匆离去。现在刘天然全身上下只剩下了一条胖子，他心想青木宗差女宗都是趁火打劫的小人，这件事一定不能就这样算了。看来这个什么狗屁同盟也没有必要存在了，以后就凭实力说话吧。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，刘天然发出了召集令。可他殊不知青木宗的人也看到了，原来就在不久前禁欲宗偷袭了青木宗，青木宗几乎全军覆没。现在这些青木宗的人正是来报仇的。青木宗已经召回了十八死士，这次他们要赶尽杀绝禁欲宗的弟子。可他们殊不知，造成他们宗门覆灭的罪魁祸首乃是林可。 两个宗门火拼也都是拜林科所赐。 本是差女宗的圣光长老，却被男人骗的要去钻老鼠洞。只不过他却低估了自己的身材，不出意外的意外，他果然被卡住了。最吓人的是，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林柯，这可把圣光长老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至于他为何要这么拼命，那还要从头说起。林柯使用栽赃嫁祸之术，让三大宗门反目为仇。刘天然第一个释放出宗门召集令，他被林柯欺负的惨不忍睹，他要利用宗门武力镇压所有人。与此同时，差女宗也不甘示弱，他们也发出了自己宗门的召集令。可罪魁祸首林柯却不慌不忙，他居然利用召集令的烟花在撩妹。云儿郡主还真被感动到了，她真以为这一切。 是林柯为他准备的。林柯不要脸的表示，只要你喜欢，还会有更多的。云儿郡主还真信了林柯的鬼话，他确实是没有看够这耀眼的烟花，他还想要再看一发。这时，云儿郡主的驸马还在楼阁下方等他，突然一滴不明液体滴落在他身上，这家伙就算是死也想不到这是什么液体，他还以为是下雨了。他心想，看来我这次是来对了。郡主看到大病初愈的我在雨中等他，他一定会感动回心转意的。可他殊不知，他的郡主正在楼顶与林柯在欣赏烟花。云儿郡主都等不及林柯的烟花了，这可把林柯弄得满脸冷汗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。突然，天空中真的再次升起两道召唤令。 这时林柯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。林柯心想，我本想借刀杀人，让那两个小萝莉去拉一波刘天然的仇恨值，没想到如今却发展成了宗门混战。忽然，两道紫色鬼气急速来到林柯面前，两只鬼屋小萝莉上来就对林柯一顿臭骂。绿帽小萝莉说道：“整个京城因为你都乱成一锅粥了，可你倒好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谈情说爱。”闻言，林柯就开始不爽了。他回到：“你们屁股是不是痒了？敢这样和你们的爸爸说话？”忽然，林柯发现小萝莉的气场不对，于是他想到这只小萝莉一定是被他们主人附体了。林柯猜的果然没错，小萝莉冷哼了一声说道：“你要求我的事已经办好了，现在该到你履行。” 约定了，可林柯却想先知道国师的藏身处，要不就不告诉他们怎么瞒住容器进京的办法。小萝莉的主人月流英可不是郡主，她可不会轻易相信林柯的鬼话。月流英威胁到林柯，如果再晚一些，国师可就会做出危险的事情了。不料林柯还真被威胁到了，他回到帮你进京城没问题，但是需要先封印你的修为，你可愿意配合？月流英再次冷哼了一声，他回到城外等你，跟上我们。随后林柯就跟着两只小萝莉飞了出去。画面一转，已经来到了城外，月流英已经被林柯气得浑身发抖，他质问到林柯，这就是你的办法？林柯表示这可不是一般的狗洞，这可是自己布下封印修为的阵法。 狗洞，只要钻过去就不会被京城里的龙气压制。忽然，月流英是放出两只小萝莉来探路，她可不会轻易相信林柯。月流英表示，林柯敢耍花样，就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接着嗖嗖两声，两只小萝莉飞了进去。林柯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害谁也不会害你的。你看我身上的契约封印就会明白。”狗洞里有我仿制的同样阵法。这时，小萝莉也往返了回来，她对月流英说道：“妈妈，这里一切安全，并没有什么危险。”闻言，月流英又被气得咬牙切齿。她心想：我堂堂的宗门长老，如今却要钻狗洞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我的脸还要不要了？可架不住圣人遗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大，于是月流英还是很。 心的钻进了狗洞，突然他发现自己被卡住了。这时月流英慌了，他发现自己想回去也是不能了。就在这紧张时刻，奸计得逞的林柯却说道：“阿英啊，用不用我帮你一把呀？”闻言，月流英已经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他现在才明白自己又被算计了。突然，月流英释放出法术，想要轰开狗洞，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修为已经被封印了，现在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林柯突然爆发，他使用全身的力量跳起来就对月流英拍了过去。只听一声惨叫，月流英就这样被打出了狗洞。这可把林柯开心坏了，他心想看接下来我怎么收拾你。